我也在微软公司。你不要直播。大家好，我叫于璐，我是华大基金在西雅图办公室的项目经理。大家好，我叫杨洋，我在微软做 finance。大家好，我是 Evan， 非常 typical 的 finance guy， 然后也有志成为一个独立的投资人。吴龙刚现在在微软云做的在。我叫 Niki， 目前在一个教育机构做 marketing 和 sales 类似的工作。大家好，我叫文章，然后我刚刚加入微软做 technical writer， 然后我也在西创会负责微信还有新媒体的生产。大家好，我叫王丽，我也在微软。大家好，我叫贺翔，我在 Amazon。大家好，我叫郭向阳，我在 Intel 做点编译器，然后代码优化的工作。我叫史文杰，我已经从公司退休了，自己有个小公司，主要做技术派遣，做一些公司的投资。我叫，大家好，我叫何西，之前在微软，现在在 Google。嗨，大家好，我叫聂千柳，我在微软做 data engineer， 然后这是我第二次做 volunteer。大家好，我叫胡建，我也在微软做 data。大家好，我叫胡立歇，我是做葡萄酒文化推广方面的，然后大家有什么有关于葡萄酒的问题都可以问我，谢谢。我早就退休了，我上次第一次来，今天第二次，我跟龙文一块过来的。我今天就是旁听，不想介绍我的情况，有机会大家再见。大家好，我叫凯文，我的创业项目刚刚启动，在 Bellevue Downtown 的那个 Tokyo Trendy 东京生活馆是我的店，大家有机会可以去。什么？东京生活馆？新开的。看到东京生活馆，听说你们老店。可以用微信支付的。对对。什么？微信支付美金吗？支付人民币换成美金。大家好，我叫周腾文，这是第三次参加线上会的活动，我是刚回西雅图来，想找机会看看是做 startup 还是找做工作什么的。大家好，我叫邱月峰，我可能比较特殊，我刚刚从上海过来，刚下飞机。然后我是国内起源资本的 partner 哈，然后我们是一个专注于早期科创项目的这个VC， 那我们在传统股权投资呢，大概投了差不多50-60个项目，现在都回报都不错。但是最近的一段时间呢，我们还专注在这个区块链上面的项目多一些哈。那么当然了，刚刚跟这个主席有一个交流，就是我发现这个西雅图这个整个的创业环境和孵化环境都非常好，所以呢，我也很高兴今天能赶上这个趟啊，希望这次能够跟大家多多交流，多多学习啊，谢谢。大家好，我是在 Expedia 做那个 PM， 然后我同时也是西创会的会长，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沙龙，然后欢迎大家做我们的志愿者，然后欢迎大家推荐好的嘉宾，好，谢谢。新来的那个，我又要介绍，不介绍了。大家好，我叫梦真，我现在在做自己的自媒体。哦，好，欢迎你，要不要进来说？我这边有一个，我要转呢。这里。你就换个电扇子吧。你是一个好的。对，他有传统的，很好的。他教的非常好的传统。感谢，首先感谢这个西创会，就是有这么一个机会。这边还有一个椅子，这边有，你们不要坐下来吗？嗯，不用。首先感谢这个西创会，就是有这么一个机会，就是跟大家分享这个我这个过去几年的摸爬滚打的一点心得哈，谈不上多大成功，就是说分享一下这个心得。希望就是说大家就是说，不管你是决定在大公司接着干下去呢，还是说自己以后想出来创业，希望就对大家有一点帮助。西创业这个西创会这过去几年是，我就看到它这个发展状态非常快的，就这些这个大家这个会长啊、副会长啊，以及这些志愿者的积极努力，所以我们应该给大家，就是说我们应该给他们一个鼓励跟支持，对吧？他们自己的时间就是说贡献自己的时间，无偿的贡献自己时间，然后就是让大家就是多得到这么一些信息，然后跟着大家一起成长，我觉得这种精神非常可贵。好，现在就是说
今天的讲座呢，主要是就是标题就是说创业，这是一场就是说走就走，但是就是很艰难一个旅程。基本上我就分三段啊，一个就是说为什么是说走就走，另外一个就是说为什么是艰难，为什么是个旅程。然后我大概花大概20到30分钟讲，当然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就是说就是问这个 Q&A 啊，或者大家互相之间的一种交流。我觉得现在大家来这个地方，就是各行各业的人都有，然后对创业这种热情，我觉得非常难能可贵的。就是说，你们放弃一个星期五一个非常舒适的在家里待的这么一个时间，然后来这个地方，就是跟大家一起交流。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是你们已经迈出了就是第一步，就创业的第一步。因为很多时候都是从这个开始的。因为我个人创业就是从这参加这些活动开始的。好，我们先看看，就是说说走就走，就是大家为什么创业？就是首先就是说，很多人说哦，创业就是可能能快速致富。大家都知道，不管是在中国还是美国，这个创业的成功率其实很低，也就3%，最多也就5%左右。所以就是说，你要想快速发财的话，就是说，你应该说你可能血本无归的这个几率远远大于你的快速发财这个机会，对吧？因为就是说，很多创业的时候，你就是开始的时候你要去融资的话，其实很困难。你后面会谈到的为什么融资困难。很多时候你都是拿自己的这个积蓄开始，尤其是开始没有任何这个 revenue 的情况下，你都是拿自己的积蓄。有些人真是被就是拿自己退休的这个是 401k 啊之类的投进去，对吧？所以就是说你要想好，你要是快速如果想发财的话，这可能不是你应该走的路。因为就是说你很多人看到说哦，马斯克都发了，马云发了，但你要知道这个每一个这个 Facebook 或者这个阿里巴巴后面有成千上万个倒下的企业，你永远没有听过。你有可能就是其中一个就是倒下的企业。第二个就是说，很多人说啊，我在一个大公司，这个老板不行，然后我就想自己出来干。就是抱这种态度的话，就是说，你要是为了逃避一个东西而去创业的话，你可能就是说也不一定会成功。因为什么呢？就是说，你现在在大公司做的话，你是一个老板，对吧？你有对比一个老板。但你创业的时候呢，你的老板就变成 N 个。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现在大概就是看一下，就是现在大家就是除了在大公司工作了，就是说有没有现在已经在全职创业，大概举下手，我们看一下。对，就你们应该大概就是深有体会，对吧？就是说，为什么说你的老板从一个变成 N 个？就是说你在创业的初期，不仅是你的这个投资人是你老板，你的客户是你老板，你的这个一些员工都是你老板。因为你公司特别小，任何一个人就是说他的这个对，如果就不再支持你。对你的企业可能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所以就是说，并不是说啊、哦，我现在这个大公司，我要是就是气不顺的话，我就去创业。这种逃避的这种心态，我觉得就是说没有准备好，就是说你还没有准备好去创业。第三个就是说，大家说哦，创业很酷啊，我这个是 CEO 啊，或者说 CTO 啊，或者什么的头衔，这种头衔其实没有任何意义，对吧？你要是你的公司，你这个连这个下米的就下锅的这个米都没有的话，你带一个这个光彩的头衔有任何意义没有，对吧？还有就是说，创业就是说，从我个人体会来说，当时为什么创业？其实在微软也待得很舒服，大家各位可能也能体会到，就是微软其实相对一个养人的地方，比可能 Amazon 这里还好一些，对吧？但是说当时为什么创业？就是有两点，一个就是说当时就是大概6-7年前的时候，当时社交媒体刚刚起来嘛，但是这个平台已经搭建好了，就像 Facebook 之类的。当时的这个社交媒体应用主要是集中在这 consumer， 就是消费者这一方面，个人这方面。但我跟我 partner 就觉得在企业方面，从迟早就是一个，这是个平台，他们迟早要就是有很在这个平台上，在这个社交媒体的平台上，企业迟早有各种各样的应用，就觉得这是一个趋势，对吧？不管是哪一个应用，我们当时不是特别清楚，但就是说，但是就是直觉上来说，这 consumer 这么多人都到一个社交媒体上，企业肯定会跟着上来，对吧？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从个人来说，就想啊、哦，我就是我也可以在公司一直待下去。但是同时呢，另一方面来看的话，就是说，我就这么我可以看到自己20年之后什么样子，对吧？总觉得就是说，既然来美国的话，我如果不去就对美国梦这个理解，我个人理解，以前是美国梦是说来到美国，但我觉得对美国梦那个真谛是什么？就是说，就是白手起家打出一片天下，就觉得我要不去试一试，我回头看的话，70-80岁的时候回来看的话，我会很后悔。就是说，不管成败与否，但我至少去试了，不成功，那很多事情就是不是我能够决定的。所以基本上就是因为这个两个想法，就是我们说走就走，我就出来闯一把，对吧？所以基本上就是。另外一个就是说，就是很多人就是说，
因为现在有很多新的技术出现，什么区块链之类的，其实这现在我感觉就是这个在九十年代初这个互联网那个时代刚刚开始，区块链可能就会席卷这个很多个行业。这个刚才那位投资人也提到，这个现在这个从上海来的这位先生他也提到过，比如这个区块链他也在看这个项目之类的，就是互联网早期九十年代初的时候就是这样。所以你要发觉就是觉得区块链也是一个方向的话，你可以开始关注，你可以觉得啊，你没准现在还并不是特别清楚区块链在哪个方面的应用场景会怎么样，但是你就可以开始关注，然后你要有机会合适的话，你就可以开始创业。大家有什么问题，我这个可以随时打断啊，也可以举手，就是说我们就是更多一种交流的方式。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为什么是说走就走？你为什么创业？首先把这个动机搞清楚。第二个，讲讲这个创业的艰难啊。这个首先就是说找合伙人，这个我们经历了这个创业孵化器叫 Techstar， 应该说在美国就是排前两名的，一个叫加州这个在硅谷那边一个叫 Y Combinator， 就 YC， 像这个 Airbnb 啊什么都那边出来的。然后还有一个就 Techstar 最早是在全美大概六七个地方，现在已经扩展到以色列啊中国，现在也都有。就说他们就是说找合伙人，但他就是有几个标准，一个就是说一个基本上就是人不要太多，在大概两到四个两三个是比较理想的。就是说他希望就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呢，就是 one build one sales， 就一个人知道怎么去做产品，另外一个人呢就是怎么知道去打开一个市场。就说这个功能可以是一个人，就是很难就说有一个人可以担当同时做把这两项做好，可能 Steve Jobs 是一个例外，他可能就是两个都能做得很好，但这种人就是非常少见。所以基本上就不管是两到三个，就只要你有这个很好的分工，在这两到四个人之间，你们能把这两项功能给做好，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他就看这个 co-founder， 就是他们能够这个比较建设性的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因为一旦开始创业，你知道你每天要做很多很多的决定，包括投资啊、客户啊、市场啊、这个产品啊、 hiring firing， 对吧？如果你跟你的 co-founder 之间如果不能很好的解决一些分歧，因为不可能两个人意见完全一致，对吧？你要完全一致，你是两个人解决问题，你可能就很快也就完蛋了，就必须有一种制衡，对吧？所以你们两个要不能很建设性的这个把这个问题把这个冲突给解决掉的话，那你们这公司很快就得完蛋。所以就说他，而且他就看这个在 Techstar 的时候，他就看你们俩已经有一段的历史，就是在一块吃饭喝酒聊天打牌是朋友，就是说那合作的很好，不表明你们搬起公司的时候，就是你们能够很好的把这个冲突给建设性的解决掉，对吧？所以就是合伙人呢，像我觉得大家就有这样的机会，大家就是在一块儿的话，你去多参加一下，就像这种 event 啊，或者这个那个什么 startup weekend 啊，就西雅图有很多这种 meetup， 你到那个 meetup.com 上一查一下，就 startup event 其实很多，大家多去关心参与一下，像这个 blockchain 这个区块链的这个 event 也很多，对吧？所以就是说。合伙人就是他就看一个是 one sell one build， 另外一个就是看你们就是有合作很长的有比较长的一段历史，你们可以就是在工作中就是合作，然后能比较创造性解决一些分歧。另外一个他当然会做一些 reference check， 就是你以前到底你这个人怎么样，这最后我会谈到先做人后做事的这么一个道理，好吧？这个一个是找合伙人难，融资难。为什么融资难呢？因为每回融资的话，你要去跟这个天使投资人或者去跟这个 VC 聊的话，你首先就得了解他们是怎么运作的，对吧？这个 VC 是怎么运作呢？大家都知道这成功率很低，大概是3%到5%之间成功率，那就表明这 VC 对所有的这个来做个 roadshow 或者做这个 pitch 的这些整天就是 pitch business plan 的，他第一个反应就是 no， 他就是直觉的反应是把你筛掉，对吧？就说 VC 基本上比如他投10个企业，差不多五到六个基本上都倒掉，即使他经过这个千挑万选，五到六个基本上也就完蛋最后。然后呢，2到3个可能就是说啊，就是能维持差不多这个能维持自己现状运转，就是慢慢的发展。然后呢，可能有一个，最多有2个，他就是说能发展的非常快，就是说能达到这个10倍或者这个几十倍的这么一个收入，对吧？就是回报。这样的话，他就被 VC 就是说把就是拿这么一个或者两个企业。就是把其他的那个损失给抵掉，然后他可以有这个可以比较 positive 的一个回报率，因为 VC 不是 charity， 他们也得挣钱，所以站在他们的角度来看，所以说他们就说第一个反应就是说，因为你们成功率这么低，自然因为只有3%到5%的成功率，那第一个反应可能就是 by default is no， 这就是为什么你要是把它从 no 变成 yes， 这个过程其实很困难。
尤其是对这个第一次创业的人来说，因为他觉得你没有经历，你不知道企业该怎么搞，对吧？另外一个有些人就是问我，我在大公司工作过是不是比较有利？其实不一定，很多时候其实是一个负面的。比如说我在 Microsoft 做 Engineering Manager、Dev Manager， 对有些投资人就说，哎，你在 Microsoft 吃到广南，其实对你来说并不一定是好处，因为就是说你在 Microsoft 广南，因为 in theory you have unlimited resource， 因为你的这个资源其实相对来说是基本上无限的，只要有一个项目的话，你不会去缺这个资源。但这个 startup 你要这么乱，你就完蛋了，对吧？你不停的招人，也很快就完蛋了。因为你的 runway 很快就是 running out of 这个 fund， 所以就说这个融资难就是他要看这个企业，一个就是他首先这个看你的这个 co-founder 你们俩之间这个有没有很好的一个默契，另外看你们这个市场是不是能够做得足够大，因为就是说他要看的话，你这个如果只是他给一个比如说500万或者1000万的市场，你就是100%的 occupy 这个市场，那你能增长的空间也是非常有限。他们看的都是 billion dollar 这个 market， 就是你一旦做大的话能做得非常大，这样就可以弥补其他企业的一个损失，对吧？这个地方我有个问题，就是这其实涉及到一个选择方向的一个问题了，对吧？对。然后这个问题里面就是如果是一个 billion dollar market， 那应该一般来讲都会有很多的竞争者，然后或者有很多 big player 的。对，但就是说你要 target，我说 billion dollar market 是 potentially can grow into billion dollar market， 就比你要是 target 现在的 billion dollar market， 那肯定就 Microsoft、 Amazon、 Google 它已经早就盯上了，对吧？它肯定已经有产品了，不可能是一片空白。比如说区块链就是一个很好的概念，对吧？为什么一个加密猫能做得那么好，对吧？因为 Microsoft 他们并没有进来，现在是个时候，但这个东西一下可以做得很大。这个招人难，大家都知道这个 Seattle 是个云计算的中心，全世界的中心，对吧？全球最大的三家，这个 Microsoft 这边 Microsoft 跟这个 Amazon 跟 Microsoft 就占了两家。不仅这个，而且就是全球就是美国这个最大的那些企业，什么 Amazon、 Twitter 什么，在西雅图这边都有，就是慢慢就是快速扩展的一个就是工程中心，这个或者研发中心，他们都在挖这个 Amazon 或者这个 Microsoft 的墙角，他互相挖了，就是他们就挖来挖去就是。那就是说作为 startup 来说，你除了要跟这些 big boy 竞争之外，你还要跟其他很多很 hard 的，就是快已经就是证明了他们这个市场就是确实快速增长的一些 startup 竞争。而且现在就是说很多人就自己就拉出来干，像你们都有想法，都就自己干。所以就是说招人呢，就是其实在这个城里啊，就在这个 Seattle 这个地方，其实就是难度也很大。但是硅谷竞争很激烈，在西雅图这个地方竞争不亚于在硅谷这人才之间这种竞争。做产品呢，其实就是说做产品其实并不难，就是做一个好产品很难，做一个产品就是市场想要的其实很难。就说很多时候就是以前大家觉得做产品就是说我几个人关起门来我就写个程序在车库里搞那么几个月就开始疯卖，这好日子早就过了， it's over， 对吧？现在做产品你现在就是说你先要去了解这个市场的趋向，到底就是用户的需求是什么，你不要说花这，要不然你极有可能这个浪费这个好几个月时间，你做出来东西没人要。我见到最多的就是，好，我觉得我客户一定需要这个，我就开始埋头苦干，干个几个月一年的，拿出来就谁也没人理。再举个例子吧，比如在这个目前在这个Android 这个 App Store， 大家知道有多少个 App 吗？现在？对，在根据最新的数据是2017年三月份那个为止最新的统计的话是280万个 app， 对吧？然后在那 iPhone 那个 App Store 大概是220万，就是 app。你觉得你有多大的可能？你就编，比如说你要是想做 mobile， 你编一个程序，编一个 app， 完了，一放就开始疯卖了，你觉得有多大可能性？对吧？所以就是说一定要，就是说你做的东西一定要先搞清楚这个要做个市场，然后这个要有这个对路的这个技术解决方案，然后才开始做。另外一个就是从产品来说，市场是千变万化的，对吧？技术呢又是日新月异，所以呢就是你做产品的话既要跟上市场又要跟上技术，其实难度挺大的。再说说这个去打开市场，就是好了，你有个好的产品，你觉得就是前期的那个调研你要做好了，然后你要打开这个市场，打开市场你自然而然你就会跟这些所有的这些 big boy 这些大公司竞争，也跟其他的 startup 竞争，对吧？打开市场之后呢，你要留住这个，尤其是我们是做 SaaS 的 software as a service， 对吧？做一个这个服务，这个每个月交费的这个，
有的是每个月交费，有的是比如说每六个月他就 renew 一次。你现在就是即使你拿下了这一单之后，你每六个月的时候，每回 renew 的时候，你会面临其他竞争者对你的这个就是想去替代你，对吧？所以就是说打开市场只是你打赢了一仗，你就能就是把这个客户拿下。但是你每一回 renew 的时候，每几个月，每六个月或者每年 renew 的时候，你又得去就是跟这些其他的这个公司，跟这些大小公司接着去竞争，其实这也很难，对吧？为什么说这个做这个创新企业是个旅程呢？就是说你要是去旅游哈，我今天两周的旅游，我在哪一天开始，哪一天结束，对吧？大家都很清楚。但你要去做这个 startup 呢，你可以选择我是明天开始创业，但是呢没有人可以告诉你什么时候这个可以结束，以及你的这个结局如何，大家都很清楚这个，对吧？没有说我这个创，很多人说我就创业，我就是试一年，这可以，你可以试一年，但是一年之后很有可能你并没有，还没有一个结局，你那个时候要想好你是要放弃呢，还是就是说你接着做下去。所以就是说做这个 startup 呢，其实很辛苦的，就是你如果就是说你有个好的动机的话，更重要的就是说你要这个享受这个过程，你觉得就是即使这个企业没有成功，你也觉得你的时间没有白费，要不然你会觉得自己何苦呢，对吧？你因为前面谈到你又不能快速发财，对吧？你又不可以，就是说在从这个财务上来说并没有保证，就是说你会比原来更好。所以你一旦就是说你去追求这个 startup， 你去追求这个创新企业，你一定就是说我就是无怨无悔，我即使失败的话我也无怨无悔。只有你有这个心态的话，你才会真正就是沉下心来去做，要不然你要是说我只是想只有成功的话我才能 enjoy， 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是你的心态并没有准备好去做这个创新企业。但很多人就是像很多现在在大公司的，就是说就是下一步就是说我有兴趣，那接下来我怎么开始呢？就是说我们都中国人都说我们不打无准备的仗，就是说你要开始这个创业之前，你都有先要有些积累，就是说有各种方面，比如说我前面提到的合伙人其实是最关键的，对吧？因为你们俩是相当于这个在你这个创新企业的小宇宙里面，你们俩是核心，其他人都是围绕着你转，包括你的这个核心的员工啊，包括你这个投资人啊，包括这个客户啊，其实合伙人是最重要的。所以就是说你有很多人就是说创新要搞创新企业，我只要有个 idea 我就开始干，就是说除非你真像是 Steve Jobs 这种天才，你觉得你可以做，既可以做技术，你也可以做市场，你可以这么做，大部分时候你还是需要就是有人跟你配合。合伙人、骨干员工，还有这个客户就是说也是就是前期的话，你很多的客户可能就是你认识的朋友啊，或者你以前在工作的一个同事啊之类的，他们在一个公司，或者说你认识的人，他们有这方面的需求。很多时候最早的客户都是你认识的人，或者是你认识的网络里的人帮你介绍。像我们当时最早一些客户，除了说我们认识的人之外，还有就是在 Techstar 那个 Mentor Network 里面，他们说我知道谁他们有这个需求，你们可以跟他谈，做了一些这个 Hot Introduction， 对吧？就是这种就介绍过去。还有这个顾问，这 advisor 为什么很重要？就是我觉得经历了这个 Techstar 这个孵化器啊，它除了告诉你这个方法论之外，就是怎么去做 startup 之外，还有一个就很重要的，就是给你的一个网络。就是说不像这个 Microsoft， 好，你一会儿投这个几十个亿，什么 Quantive， 一会儿投一个 Nokia， 砸钱也就砸了，对吧？也没关系，你接着印钱就没什么太大，就跟 Microsoft 一样发展的还不错目前。那就是作为一个 startup 来说，作为一个小的一个小公司来说，你可能就是一个 decision 或者两个 decision away， 就是你要 make a wrong choice， 你如果做这个决定做错的话，你可能就完蛋了。所以这个过程的话，就是说你做的决定的话要非常慎重，而且最好你要是初次创业的话，最好有一个 support network， 就是别人可以就是说给你一些建议，比如说你要去这，比如说你定产品定价你该怎么定，你要从来没有做过的话，你觉得定一个10块钱或者定一个100块钱，就是说你可能就是定价都不合适的话，你可能就是不能完成你的这个销售的目标。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去找这些比较 experience， 他们都经历过这些，在 Seattle 这个 town 里面，这个人特别多，所以就这个 Techstar 相当于给了我们这边一个 network， 就是说基本上在这个 Seattle 这个 area， 基本上这个所有 CEO 可能就一到两个 degree away， 基本上都有人帮你介绍，你要想跟他喝个咖啡什么都可以。
所以就是这个 advisor 这个很重要，尤其是说我们这个，尤其像华人创业，对这个市场，我们毕竟不是在这长大的，对很多这个文化啊，这个都有些隔阂，跟他们这个对这个市场的这个了解把握，肯定是不像这个本土出身的这些美国人，对吧？所以这方面多去这个跟别人学习一下，多找一些这个顾问啊 advisor， 对，就是能减少你犯错误的这个机会。还有一个就是，你说，就怎么才能找到合适的顾问呢？我们在 Techstar 里面的时候，就是我们是三个月的 program 嘛，三个月的一个这个 program， 所以当时就是说，它是一个跟这个 advisor 相当于就是互相之间这个互相挑选，就是比如说他给你一个 list， 你的这个 list 里面的人，即使如果不在 list 里面，你还给我，就是说肯定会有人认识的，你可以把他介绍进来。那比如说我想选谁谁谁，就是先跟他聊，他跟你坐下来就先聊，然后他可以就是说你把你自己想做的东西产品啊之类跟他讲一讲，你的想法跟他讲，然后他一般因为每个 advisor 都有自己的领域，像有些人的 marketing 方面特别强，就是经历就是做过这个 startup 这种这个 marketing 啊，有些人比如做产品方面 product strategy 方面非常强，对吧？有些人做怎么去融资方面特别强，所以根据你自己的需要，然后你就是跟这些 advisor 跟他约时间，你跟他先聊一聊，然后就是他会给根据你说的这个情况，他会当时就会给你一些建议，就是哎，你这个问题在哪里，你应该改变你的 pitch 啊，或者说你改变你的产品的方向啊怎么的。所以就是你要找那个 advisor 就是跟你比较对路，他觉得你这个东西确实对他，他也很 passionate 的，就是很多时候就跟你做 startup founder 一样，那个 advisor 如果对你的 idea 很 passionate， 他就会更 involve， 他更投入，就是给你一些建议之类的。所以就是一个相互挑选的一个过程。当时在一般的顾问是收费的吗？还是怎么收费？Advisor 就是说有在这个 Techstar 的 program 里面呢，就是有些人就是基本上是义务的，就他就过来之后，他就给你一些建议，就给你免费的一个建议。但是你一旦公司就是毕业之后呢，一般你跟 Advisor 签一个协议，就是说你 Advisor 我两年时间，然后呢我给你公司的股票就是股权，就是 Stock Option。所以就根据你这企业在哪个阶段，如果特别早期的话，你可能给个0.5%或者0.8%这样两年时间。如果你企业已经就是开始盈利的话，你可能就可以给的少一些，0.2%、0.1%都可以。对。所以这个 advisor， 然后这个投资人也是，就是说，因为这个美国这个创业这个。在这个创业的一个世界里面，已经形成一个机构化，就 institutionalized， 什么概念呢？它有一个这个非常成型的这个组织，包括这个最早的这个天使轮啊，这个种子轮啊 ，A 轮、B 轮、C 轮，就是每一个这个 VC 的话，他们就有时候会针对某一轮的这个去进行投资、进行融资，然后包括这个孵化器啊，包括这个他们怎么去评价一个企业，比如说你申请了几百个，然后最后几百个公司申请每年，然后比如他就挑了十个，比如 Techstar 他就挑十个每年，那就是说他怎么去评选这些企业，他是一个很成型的一个体系。然后就是你在这个投资人里面，在投资这个你要去积累的话，就是跟投资人，就是最早的你企业刚开始创业的时候，你要是没有资金的话，最早你要找这个 Angel Investor， 就是找这个天使。你开始的话基本上这个天使人都是一些亲戚朋友啊，或者你认识的这个熟人啊之类的，就给你投资。然后接下来的话，你一旦有了 revenue 之后，这可能有些这个 VC 就会慢慢的进来。然后这个时候就是你要有积累一些人脉的话，就是在这个孵化器里面，你可以这个有些，因为有些这个 advisor 自己本身就是做投资的，或者是本身就在 VC 里边，所以就相当于你在这个 program 里面，你也开始积累这方面的人脉。你稍微讲一下那个孵化器到底是怎么回事吗？我大概讲一下吧。对，孵化器就是说这个 Techstar 这个它是怎么运作的，就是说它每年就是它招一批，全球的就是各个地方的都可以，就像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全美各地的就申请的都有，然后甚至有澳大利亚的都有，然后它就是每年几百个企业在申请，然后它就挑十个企业，挑十个企业呢，它就说这十个企业就在一起，就是他把你招进来之后呢，他给你一个地方，然后就有三个月时间。这三个月时间就是他怎么花的呢？就第一个时间，他就是这三个月时间，第一个月时间，他就告诉你这个做怎么做这个用户需求的分析，叫做 customer development。对，我们开始就觉得哦，我们都好不容易被选上了，我们去开始应该就是开始这个就是开足马力，准备做产品，准备开始卖产品。他不是进来之后第一个月，
你先要把这个用户的需求深入的这个搞清楚。它相当于就是每天就是你有固定的一些就是你需要做，其实跟你上课似的，就有点像大学上课似的，你有些就是需要做的东西。然后呢就是他有中间的会有一些的 advisor 过来就跟你聊，比如说你现在做这个，比如说你是做这个高科技方面，做这个软件，做这个市场营销方面的软件，他可能就是找一些这个市场营销方面的软件的，就是这方面已经很有经验的这些已经连续创业者啊，或者已经很有经验的人过来就跟你聊，跟你就是给你一些指导之类的。所以就是说你有一些功课要做，然后这些 advisor 过来就告诉你，就是哎你哪些东西应该注意的，那个你下一步的这个努力的方向是什么，对吧？所以第一个月就是给你做这个 customer development， 真正去怎么去深入了解这客户的需求。然后第二个月呢，他就是开始做这个相当于这个 product development， 第一个是 customer development， 第二个月是 product development。 然后就是真正你开始就去研究这个怎么去把这个产品给做出来。第三个月基本上就是 fundraising， 你怎么去这个 pitch， 怎么去这个做这个 roadshow 啊，现在就是你怎么 put together， 怎么 convince 你的 investor， 这是一个很好的投资的一个机会。基本上就是说它有这么一个 program， 分三个月，然后每个月有一个侧重点，然后中间的话就有一些功课要做，然后再邀请这个外面的一些专家呀，或者这个连续创业者啊，就是给你一些指导建议之类的。相当于就是做 startup， 就是说你做任何事情之前，你有个比较好的方法论，做事情之前你要先想好你怎么去做这个企业。因为很多人就觉得我做 startup 做个产品就开始慢，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就是说这是一个很错误的认识，因为它有一整套一个成型的这个方法。就是如果这个东西比如说我没有办法在一个月内完成，然后你是在去这个孵化期之前先自己做功课，类似于你把你的技术完善到比如说80%，然后你再进去呢，还是说你这个比如说你在 CF 就是 in theory 这个东西 work 对吧，从技术方面，然后你进去孵化期之后你再做具体的 implementation， 就是你是怎么选择？对，其实你要进孵化期的话，很多时候就是说他要看，除了你看你的 co-founder， 除了看了你潜在的一个市场潜力有多大，对，看了你这个你看了你这个你做了已经有这个 traction， 就是说你做的产品就最好就是已经有一些潜在的客户或者一些早期的 early adopter， 已经表明这个东西确实非常好，我们已经在用。因为你要不然就是说你申请那么几百个企业，你有一个 idea， 有 idea 的人太多了，就是你相当于就是很多人觉得我有一个很酷的 idea， 其实这个从你把你的 idea 变成一个企业，这个中间要经历的这个事情太多了，对吧？所以 idea is cheap， 但就是你真要把这个东西成型化，然后确实已经有一些 traction 的话，它这个时候你就是更容易就是进入这个 program。所以说还是把产品做一个雏形出来之后再，最好已经有一些 prototype， 而且最好已经有一些 customer。要不然你要去申请的时候别人觉得你只是一个 idea， 那大家每个人我估计你们都会有 idea， 谁都会有个 idea， 对吧？那所以那个比如说找这个天使投资的话，就是在这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没有，很多人之前没有接受投资，但也有，但是进入 Tesla 的公司有些已经其实开始有 substantial revenue， 也有已经每年是卖一个几十万上百万的都有。对，但大部分都是还没有 revenue， 都是 pre-revenue 阶段，大部分都是这样。对，但是就是基本上你要进入在 Tesla， 你要表明你已经有这个 traction， 已经有取得了相当的进展，而不是停留在一个概念一个想法上。对，我的问题是说那在这种情况下，就你肯定是有一个小的团队，不管是两三个人怎么样，然后已经去做这个事情了。对，这些人的这个钱他是从哪儿来？这些人就是自己的积蓄啊，最早的时候。Okay. 但也有人就是也开始就是像我们进入那个 program 里面，像有些公司跟我们一起进去的，他们已经开始融了一部分钱。已经对，就是找那些就天使投资，因为他以前的朋友啊，或者以前的老板啊之类的。OK OK， 但这个都是一般都是熟人，都是熟人之类，天使投资都是熟人亲戚朋友之类的。Kevin， 你提到了很多次那个方法论，你能简单的介绍一下方法论主要组成部分有什么，以及您觉得哪些对您的创业是特别关键？对，我下面会谈到，就是说。就方法论，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你怎么找到一个 product market fit， 对吧？就是很多人说做产品，我就说过做产品很容易，谁都可以做产品，但这个产品真正就是说能够提供这个 sustainable 的这个 value，
为你的 customer， 而不是说只是提供一次，你卖一次的话你卖完了就没了，对吧？所以真正就是说能找到的，你真正知道这客户的需求在哪里，然后真正做产品做好的话，都是那些人对自己的客户了解非常深刻的人，对吧？所以就是说他的方法论，第一个就是说你要先做 customer development， 在这方面呢有些书的话，比如说那个 Lean Startup 是那个 Eric Ries 写的，就是他跟那个Stanford 一个教授 Steve Blank， 他们这个就出了那个书，就是怎么就是去发现这个客户的需求。很多时候以前觉得像 Microsoft 做，我们当时在 Microsoft 做 SQL Server 的时候，那就花3年时间我做一个东西然后开始卖，这个方式是不可以的，就是在 startup 你会死掉的，很早就完蛋了。所以就是说它是个做一个 minimum viable product， 就是我先有个很快出一个 prototype， 我把这 prototype 交到客户，我潜在就是我针对的那客户的手里，看看他哎他有没有一个初步的一个反应，觉得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有没有就是对靠不靠谱，对吧？他会给你一些这个 feedback， 给你一些反馈，你回来之后呢就是 iterate， 就是 multiple iterations 这么来做，就是通过这个对客户的，因为很多时候客户的需求一个是在变，另外一个话就是你只是给他讲一个 idea， 他可能说啊这个不错不错，很多人就觉得他说不错我就开始花很多时间做，其实就是说你要加快这个 iteration 的这个速度，给他一个东西很快，比如说2周我就整个东西出来，你要一个网站我给你一个2周整个东西出来，出来之后呢你有什么需求，有什么反馈，我可以接着做，就是加快这个 iteration 的这个速度。最重要一个就是怎么去找到客户的需求，然后你做的产品才有针对性，这个我就是做 startup 来说最根本的一个东西。那我的 follow-up 呢，就是说如果说这是product market fit 是现在您认为的方面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组成部分的话，那就您这个阐述的话，其实这个理念扩散并不难，那您在这个 segment 下面所有的竞争者都在干着同样的事情，那这是一个 dynamic， 那怎么样你去在这基础之上有什么方法论能让你和别人在做同样的事情，在创造 product market fit 的时候你比人家走得快或者做得更好，这是我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刚才您在说这 product market fit 的时候，其实我之前也学到过一点，它是跟我是从那个 PM 的角度去了解它的。那其实对于一些企业来说，它除了创造 product market fit 之外，它可能现在回溯起来看，你不管看 Microsoft 和 Amazon 也好，它还有其他的一些非常核心的理念，比方说 Amazon 它是要 sustainable long term free cash flow， Microsoft 的你可以说 ecosystem 或者 positive feedback loop， 这些东西对 startup 来讲它是不是在创业的早期是应该考虑的事情，还是一个什么样，它的重要的级别在哪儿，比起 product market， 我可能问太多我就想不到了。 对就是你刚才提到就是 startup 除了就是你找 product market fit， 现在很多人都在谈这个，对吧？对，那就是说很多时候就是看你这个，我觉得这 startup 来说一个很重要的是个 vision， 对吧？比如说 Amazon 最早其实在这个互联网上卖书，但在互联网上卖货的人特别多，对吧？那网站成千上万个，那为什么就是 Amazon 能够成功做大了呢？就是它的这个格局，它的 vision 比别人要高，它就是不仅我卖自己的东西，把自己的书卖好了，就 focus on customer service， 就要用户就对我的产品非常满意，这是它的根本，对吧？ customer first， 很多人就是很多 startup 就是说哦 customer first 并没有真正做到，但是挂在嘴上。另外一个就是说 Amazon 就是它格局比别人高，就是他我不仅卖自己的东西，我还允许别人到我这卖他的东西，对吧？这就是为什么他能够 sustainable， 就是持续这么长时间在发展，因为就不是靠自己东西卖的好不好，而是所有其他厂商都可以到他那里卖货。然后呢更重要的是 AWS 怎么起来，就是说我不仅卖货，哎，我卖货的时候我的那个我做的那个计算资源我可以跟别人共享，所以它的这个 vision 就比别人要高，它的格局比别人要高，所以你看到的东西而不是说我只是卖书，对吧？所以我觉得 startup 做好了最重要的最起始的时候你一个很跟别人就是格局高的一个 vision，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穿了其实是个 execution， 做 startup 来说最重要的是你怎么去执行，你的执行力要强。比如说就刚刚上这个例子，你说这个你说 customer focus， 讲 customer focus 的 startup 太多了，但真正的落实到实处执行上，不管是从你这个从这个 shipping 来说啊，从这个 return 来说啊，各个方面来说，从这个产品的推荐来说啊，对吧？这各个方面它各个环节都是围绕着这个 customer 这个 satisfaction，对吧？把这个真正落到实处 execution，
另外一个就是说你跟竞争者比的话，你就是做 startup， 你唯一的一个那个就是强处，就是说你可以很快的就调转船头，比如说客户需求改了，你可以很快就改。那 Microsoft 你要改变的话，就难度比较大，因为要它要层层的审批啊之类的，要经过这个 review 啊，这个 general manager review 啊 ，VP review 啊，而且很多一些这个 internal 的 politics 会 get into the way， 对吧？作为一个 startup 来说，你的客户需求变的话，你必须能很快的 execute。其实说穿了 ，startup 就是说，人家说 idea 很重要，但是我觉得最重要还是 execution。你有一个 idea， 你去 execute， 你有一个 feedback loop， 就是说你这个东西推出去之后好坏，你就有一个这个回馈回来，然后你接着去这个去 iterate。其实这个是我觉得一个成功的 startup 跟一个一般的 startup 就是说最重要的一个差别，就是它能够很快的 execute 它的 idea， 然后得到一个很及时的一个回馈，根据回馈呢很快做出一个调整。没电了，OK， 一会儿没电就自己关。所以呢，我们就是刚才谈到的孵化器，就是说，怎么说呢？就好比说，以前你要去大公司，你可能要先上高中，这个大学，甚至上个研究生或者博士生之类的博士班之类的，然后你去大公司申请工作。那现在 startup 这个孵化器呢，这个它就也是一个，就相当于你要去做 startup， 很多这个 startup founder 就是要经历这个，就是有如果有机会的话，就是去经历这个孵化器的话，它能够缩短你这个 learning curve， 就是说你可能能让你少走好多弯路。比如说我们当时就如果没有经历的 tech startup， 我们开始按照我们的 idea 去做的话，就是说我们回头发现，我们极有可能就是我们会浪费掉大概6到9个月的时间，因为最早我们 target 的那个 audience 并没有那个需求。我们进入 tech startup 的时候才发现，因为他第一个月第一周就把你踢出这个 building， 说你们去跟你的 customer 谈，真正搞清楚他们需要什么。我们跟他 customer 一谈，我们最早想 target sales， 那 sales 人并就是说我们其实 start 我们那个 Socido 是说在这个 social media 上通过 big data 找到你这个为这企业找到的潜在的客户，那就是 sales 是说他们都是 cold calling， 他们就是你在 social media 上找到的东西对他们来说并不实用，对吧？所以我们就是改变了一个产品的方向，相当于至少省了我们大概六到九个月的就是产品开发的时间。就是一开始的就是你要就是你针对了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客户群，真正有这个需求，对你的产品有这个需求的。那最后你们就是还是在同样一个行业，还是做 social media 这个还是做 social media 这一块。我们的 big data 是都是从 social media 来啊。那最后你们是做了就是改成什么方向了？针对是 marketing，就 B2B 这个 marketing，就不做 sales， 不做 sales， 但是它的利益最后有可能变成 sales， okay， 但这是 internal 的事。OK， 就我不太明白，就是说你看，比如孵化器要从几百个里边选出来10个，那你们的产品连 customer segment 都没有定位好，它怎么就看上你？就是说他最早的话有一些 early adopter， 就是我们 early adopter 都是一些比较小的企业，小的企业对他来说这个他的 marketing sales 其实是一体的，你知道吧？但是我们最后我们想 target 是 B2B 的那个比较大的公司，像我们现在的客户都是微软啊、 Salesforce 啊、 Microsoft 这些大的公司。所以我们就说我们进去的时候，我们的产品我们的 page 就是说，你看我们这些是中小企业，对我们的产品就需求很大，就是大公司肯定也需要，但是一旦跟大公司的那些这个 sales 啊，我们开始谈 zero 啊，这些跟他们谈，他们一看就是 it's not useful， 你给我的这个利益，对吧？这个 it's not useful。后来我们就说我们要就是 pivot， 就相当于就是换一个方向去针对这个企业的这个 marketing 部门，他们有这方面的需求。所以这个是说明，就是说你开始想象的，就是说啊，这么多企业都需要，你的企业都是中小企业。Sales marketing 很多时候就一个人，或者自己 founder， 或者说 president 自己就是那个既搞 sales 也搞 marketing 也搞产品的，所以他有这个需求，并不表明那个大的公司也有类似的需求。他们确实，他们知道这个潜力，因为社交媒体大家都不怎么看电视了嘛，以前就打电视广告，他也不打电视，现在年轻人都不去电视了，不看电视了，都到网络上，对吧？都在社交媒体上，所以他们就说那些 early adopter 确实发现了，就是说。就是 audience 就是 spend more and more time， 就花更越来越多的时间在社交媒体上，他们看到了这个趋势，他觉得我要去 reach out 那些人，我必须到社交媒体上，他们看到了这一点。
但就是你要去，你要是跟那些大公司那个 sales 谈的话，他就说我至少就需要他的这个 title， 需要他有这个已经有这个需求，有 budget， 有这个电话号码，我才能去跟他联系。你给我这些 social media 来的利益没有什么太大用。那最开始您呢是怎么选择去做 sales 的这个，就是怎么去选择做 social media 这个？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 sales， 每个公司 sales 每个月都有 quarter， 对吧？对，就是你有个额度你必须完成，对，你要不完成额度三个月你就得走人。对吧？这个 sales 这个就是它的痛点很高。对。因为你要是完不成这个 sales 这个销售任务的话，你这个 sales manager 你就得就是被 fire 掉。对。所以就我们觉得这个我们自己感觉啊，就是这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并不是自己的 customer， 很多人觉得，哎，我对这个市场了解，我对我的客户了解，其实你并不了解。你虽然他有这个痛点，但是你给他的 lead 没有用，就是还没发去 close。嗯，他没有发觉得很不准。对，这我们自己感觉，哎，他有这个痛点，但是他们确实有这个痛点，但我们这个解决方案对他们来说不实用，对，还没有完全的去解决他这个。没错，这就是说你要真要做前期的这个对市场的需求，对这个要把握特别准。那比如说您在，比如说之前您是在微软工作，那就是您在微软的时候已经有这个想法了，然后才去出来创业试试的。对，就之前我提到，就是说我们是看到这个大方向，就觉得这个社交媒体企业级的应用肯定会越来越多，嗯，因为大家都到花时间到 social media 上了，嗯，不管你是 sales marketing， 你要去找人上哪去找，你必须到 social media 上去找，嗯，电视现在看的人越来越少了，嗯，是吧？就有这么一个大概的想法，然后就觉得在要做企业这方面的话，因为在这个 consumer 这块已经做了很多了，对吧？ Facebook 什么他们做的已经很成功了，但企业级的应用并不是很多。那您像做这个 social media 包括 data 这方面，我觉得有很多包括这个法律啊 privacy 或者 security 这方面的问题，就是你们在有这个 idea 的时候是不是也做了这方面的研究，就是会不会有一些 startup 它因为这种法律或者是其他方面的一些壁垒，导致它这条路可能在往前走的过程中就被堵死或者行不通了，因为有这些壁垒。对，这个就是说，这 startup 就是说这些法律方面的法律层面的东西你也要考虑到。那就是说最重要的话，开始的时候我们 focus 的就是说真正这个企业有什么需求，我们能够满足它。这个法律的那些条文呢，就我们也意识到，就比如说我们用的这些数据都从这个 Facebook， 从这个 Twitter 或者从那个LinkedIn 来，他们具体有哪些条文，具体哪些规定，它的 privacy 怎么 handle 的。这我们就是做工程的时候，做那个 engineering 的时候是必须要考虑到的东西。我刚才听了一下在座的各位的介绍，我想可能有一些人他的创业点子还是停留在，就是咱们再往前退一步，在那个 technology commercialization 的这个角度。对，就是说您刚才提到那个 product market fit， 在再早之前呢，很多人可能有个 tech idea， 对，或者还没有沉浸的产品。那其实在中间它有一个三个方面你都要匹配，一个叫 technology readiness， product readiness， 还有 team readiness。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它可能从这个一个 tag 变成一个 product 的中间，它可能有很多的 possibility， 就是我这个就像之前谈到区块链，那现在它是一个雏形，它可能设想它有要解决不同的 business problem。那作为一个 owner 或者那个founder 来说，他在面临这些的时候，你怎么样去 evaluate 不同的可能性？肯定有很多约束，比方说我资金的约束，或者是我客户群面，就像我怎么样 easy 去找到我第一批的 adopter， 或者各方面。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对，所以就是我不知道问跑题没有？没有，这都可以讨论的，对吧？所以就说你怎么去，因为你从这个技术到这个市场中间有很多方向你可以走，没错，对吧？那就是说对我们来说，我们就是说我在哪一方面我们比较了解是我们的长处，就是因为做这个 social media 的很多，你看你要是看 social media 这个 application 是成千上万个，所以我们经常融资的时候比方说，啊，this is crowded space，嗯，那就是说在这一方面你们有多少了，对这个你的客户群，首先你要知道你这个客户是谁，像我们就说明确就是说我们只做 B2B 的，我们 consumer 这一块我们不做，对吧？首先就是说，就是公司要找其他公司的人，比如说 Microsoft 要找其他企业，在他们的这个 B2B 这个企业，他们要在 Microsoft 把这个自己的 Cloud offering 要卖给他们，让他们就是 adopt Microsoft 这个 Azure 这个 product， 对吧？或者他的 service， 那就是说我们就真首先就是说
定义就是你们是要做什么不做什么，不做的就是很多时候就是有很多时候就是做 startup 的时候有很多就是 attractive 的 option， 就是说、哦、我既要做这个也要做那个也要做那个，那很多时候你的产品就没有 identity， 就是说你的因为你要就是 a jack of all trade， 你什么东西都做的话你不可能做得特别好，所以就是说你首先就是确要就是 it takes discipline to say no， 就是要有很强的纪律性，就是说哪些东西我们不是就是坚决不会去做的，比如 consumer 这块肯定不会去做的，那只是针对 B2B， 那一旦定下来你的 target audience 之后，你真的就要去了解这个 target audience 它有哪些需求，所以你对你的那个 target audience 了解的越深，另外一个最好就是你在这方面已经有积累，像我的 partner 他对这个 social media 方面在这个企业方面的应用，他以前就是 Microsoft 的 consultant， 所以他在这方面他已经有些 insight，所以这方面 insight 就是也是你的 competitive advantage， 就是你跟别人比的话，就你在这方面已经干了好几年，你有比较对一些对这个你的客户有洞察力，所以你做的产品可能比较适合他。至于说你说那个区块链这个，现在确实就是说区块链很火，现在就是因为它极有可能席卷很多个产业，那就是说区块链可以用到哪个领域呢？那就是你要问问自己或者问问你的co-founder。你在哪一个方面，比如说你在贸易方面，或者说你在这做游戏方面，比如说加密猫就是游戏的，对吧？在一个加密猫一度瘫痪了整个以太网，那就是说你在这个游戏方面，你已经有，比如说前面已经有积累了，因为你这是为什么我说学生就是创业的话难度要更大，那因为你没有任何积累，在产业方面没有任何积累。那比如说你在 Microsoft， 你已经做云计算，那可能区块链在云计算上可能就有些应用你可以做到的，对吧？你这在这方面有积累就是你的优势，就是你潜在的优势，但就是说你还是应该小心，就是很多时候你觉得哦，我在上面已经干了很多年了，我就是我想象的客户的需求就是肯定就是对的，这也要小心，就是说你一定要去进一步去验证，就是通过这个做一些这个 minimum viable product 啊，然后去验证你的一些假设，就是它确实有这方面的需求。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之前也有做 social media marketing， 然后我就是研究了你们家产品之后，我发现你们的特别之处就是说你们有可以接入一些 CRM。 对，然后我想知道说就是当你们最开始只是一个非常小的 startup 的时候，你是怎么去 pitch 你们就是跟他们建立这个 partnership， 因为我觉得这是你们非常就是你们的一个 selling point， 就怎么去就是让他们来同意跟您合作，比如说 Salesforce 或者是其他那些 CRM，就是怎么跟他后台连接是吧？对。哦，就是说后台连接，就是因为像这个 Salesforce 啊、Marketo 啊，就是这些大的企业用的这个后台的这个 ER， 就是这个所谓的这个数据管理啊，他们的后台就是都有提供接口。就是我们跟他们合作，并不是说直接去找 Salesforce 或者找那 Marketo， 就是说啊，你把整个的你的 API 开放给我，我可以把数据就是送到任何客户手里。那就是说他们，比如说 Microsoft 用的是 Marketo，Microsoft 就是他。Microsoft 用 Marketo 的时候，它可以就是说把它这个就是后台这个数据接口就是开放给我们，然后我们在这个社交媒体的大这个平台上找到这个合适的这个 lead 之后，然后进行这个 machine learning 啊分析之后，说比如说这一千个 lead， 今天我们一千个 lead 对这个 Microsoft 很有用，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lead 直接 push 到它的那个平台里边，就是我们这些塔就是并没有跟那些大的那些这个平台跟 Salesforce 上，就是说你把整个接口开放给我，而是每个客户他们有这个需求，这 Microsoft 就是说，与其就是说你每天给我送一个文件，你直接跟我的后台就是 integrate， 是相当于是客户有这个需求，因为就是最终来说，我们这个在社交媒体上挖的这些数据，就是说要提供这个 sustainable 的 value， 就是能持续性的这个价值给这些大的公司的话，那最终来说都要把这个数据跟它已经现有的系统集成，对吧？所以这 Microsoft 来说，他也希望就是每天你挖掘的这个数据，你通过这个机器学习啊，或者这个大数据处理来的这些数据，能够直接跟我的后台直接那个合成，直接 integrate。所以就是我们并不是说哦，就是找 Salesforce， 你把整个开放给我，可以跟任何人都集成，而是说这个每一个集成都是客户自己有这个切身的这个需求，然后我们就提供这个功能。问一个小问题，你们怎么能拿到社交媒体的数据？我们现在是通过这个 Twitter 的 API， 然后通过 Twitter 的那个 API， 这是一个。然后我们有些这个跟我们合作的这个就是所谓的 data partner。对。那你具体啊，对公司带来的价值是什么？你的客户？对，现在我们介绍一下你的产品。啊，你的。对，Socido 呢，就是说通过这个对社交媒体的这个。
这个大数据的这个处理啊，以及这个机器学习的这个分析，相当于我们这个每个客户来的时候，我们都会给他建一个 profile。然后比如说 Microsoft 会找这个 IT Director， Google 可能也会找 IT Director， 比如或者 Amazon 都会找 IT Director， 他们具体的这个要求就不太一样。所以我们每一个客户来的时候，我们会跟他建一个 profile， 具体哪些人或者他有哪些 criteria 才成为他的 lead。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 profile 呢，就跟这个我们挖来的社交媒体这个数据进行这个匹配，然后进行机器学习，进行优化。然后就是比如说 Microsoft 说必须是 IT 的 Director 是在北美的，然后他谈到了这 cloud computing， 然后谈到了 AWS， 谈到了 Office 的 360， 对吧？然后比如说这些是他的 criteria， 然后呢又是比如说公司的这个什么 CTO 啊或者 CIO 啊，比如这些是他的 criteria。 那我们就是建这个 profile 之后呢，我们就拿这个 profile 到社交媒体，就是进行这个机器学习跟那个匹配。然后比如说每天谈到符合这个标准的这个每天比如说10000个，那我们就是怎么去挑选1000个送给 Microsoft， 就你们选出1000个合适的人，合适的这个从这个 lead 里面，从这个比如说1000个人符合这个 Microsoft 这个标准，我们就找出那1000，比如说 Microsoft 我们因为是个 SaaS 的 model， 所以就每个比如说每天 Microsoft 我们给他1000个 lead， 那每天有10000个人比如谈到符合 Microsoft 这些标准，那我们怎么把这个最有价值的这个1000个 lead 就是提交给 Microsoft 的后台，就是 sales 的 lead 是吗？对，这个它 sales 是最常见的一个 scenario。 像 Microsoft 它的应用的场景就很多，比如说 Microsoft Big Data Team 它要找一些比如说 Big Data 的 developer 要试它的一个产品，那就是说它上哪去找呢？现在就打，你不可能打个电视广告说哎，你们谁有兴趣去试我的 Big Data 这个开发工具啊，不可能吧，对吧？现在都要社交媒体上。那比如说他说每天我要需要找50个 lead， 对吧？然后我们就跟 sales lead 就是大家一谈到 lead 可能第一个想到 sales。其实很多啊，就是说比如说招人，公司要招人，他要招这个 developer， 招 engineer， 然后比如说 financial service， 他要招比如说想卖保险啊之类的，对吧？所以这些都是这个应用场景。data 来源主要是 Twitter。Twitter， 然后我们还有自己的 data partner， 就是我们的一些合作伙伴。那主要是北美的市场。不，我们的市场，我们都是 English speaking， 就是都是英文的，像欧洲啊，那西欧那边，新西兰啊，澳洲啊都有。所以我们并没有这边打广告，但是通过中国吗？中国，我们是有自知之明，因为中国的话，这个市场不太一样，就是说要打入的话，我们如果要打入中国市场，就可能要跟当地的这个合作，比如说腾讯啊，或者是新浪微博啊，跟他们合作。但就是说，现在英文市场就是已经很大了，就我们现在就没有精力去做这个中国市场。LinkedIn data 拿不到吗 ？LinkedIn 通过我们 data partner 可以拿到。他们 data partner 就是跟我们有些合作伙伴，他们也有 LinkedIn 的这个。为什么他们有你们买到？不能直接爬，对，他不能 LinkedIn 他有个 policy 是不让你去爬的，就是不对他，但他有些那个 data partner 他愿意把这些数据交给他。啊，所以 LinkedIn 有他的爬你就爬。对，他有 partner 可以给人家。数据二道贩子相当于。那你为什么选？推特啊，没有考虑，推特可以有接口。对，推特就是说两个方面主要原因啊，一个就是说推特是一个 influencer 的一个 play， 就是很多这个在 B2B 这方面，因为任何人基本上这个在公司里的在推特上他们都有他的那个账号。另外一个就是推特不仅是说是个 B2B 的，就是 influencer， 就是很多这个所以有影响力的人在那平台上。还有一个就是说推特就是很非常 unique 非常特别的一个东西，它允许这种双向交流，就比如说你在 Facebook 你必须是在我的朋友圈里你才有可能跟我互动，对吧？在推特上谁都跟谁都可以互动，就比如说哪一个名人就是对啊，比如说他比如说他 tweet something， 你就可以 like 这个 tweet， 对吧？或者你可以 follow 这个人，对吧？这个就是这种互动，它就推特是一个非常开放的一个平台，就是谁跟谁都可以之间谁可以互插可以互动，对，所以这个非常有利，对企业来说就很有价值。因为对企业来说，比如说 Microsoft 他要找这个 IT 的或者 CTO CIO， 比如说他要推销他这个 Azure 新的产品，那就是说通过 Microsoft 就可以去 follow 或者是 like 一些 tweets， 对吧？比如说这个谈到了、oh, Azure is great， 那他就可以说哎，你们知道我们现在有个新的 offering 啊，他可以很容易这种互动，在这些互动就是在这个其他的平台上做不到。对，那你们现在
我想问一下，你跟Hustler之前的那个之间的那个反馈通道是什么样子？就是你给他推的这1000个到底有多少是有用的？对，Hustler Microsoft 怎么样去 evaluate 这个 quality？ 对，那就说 Microsoft 他会跟踪这些，因为一旦进入他的 marketing platform Marketo 之后。Microsoft 会 evaluate 这些 lead， 就是说，比如每个月他看你的 conversion 是多少，到底多少是 convert 的，然后他会数据可以回馈给我们，就是说，哎，你给最近送了1000个 lead， 比如说回这个他的 conversion rate 是5%，下个月会变成8%，那我们就看到底哪些东西就是，比如说他 Microsoft， 比如说 track 100个关键字，到底哪些关键字真正做到了这个提高了他的 conversion rate 呢？对吧？这里面就机器会不停的就是说。去优化，因为就是说做这种机器学习，就是说好比就是很好的一个比喻，就是说没有人就是比如说你打炮弹，你即使瞄得再准，因为你炮弹一旦打出去之后呢，因为你受各种因素的影响，风啊雨啊之类的，对吧？你最后很难就真的打到那个 exactly 你想要打的地方。但是你要是导弹，你就可以做不停的这个调整，你导弹升空之后可以根据目标可以不停的变，它都没有关系，它可以跟踪。所以就是说这个机器学习就它的好处就是说。可以给你提供这种反馈的渠道，然后你根据这反馈的渠道，你可以就是去执行一些变化。你们公司的，您觉得你们的这个壁垒是什么呢？壁垒就是说，核心竞争对，因为公司用我们东西用的越多，我们的东西就越来越聪明，因为我对你的公司就越来越了解，而且我们有些数据的话，比如说你这个做 Microsoft， 你跟你的潜在这些客户的互动数据都在我们这。对吧？因为其他人并没有这些数据，其他的比如其他公司要进来的话，就所以你们是说，比如说我和一个公司，就是你们和一个公司合作了，然后这个公司的越来越依赖于你们这个平台了。因为我对你们公司越来越了解，我知道哪些客户会 follow。对，但比如说你这个市场肯定也会有其他的竞争对手，类似的产品。对，那如果他先进了，他先找到一个客户，那这个客户。很有可能不用你们的产品，因为这客户已经在用叠加产品了，叠加的类似的产品。那有可能，就是说，那就相当于比较，就是你给客户提供的价值了。就是说，你要是说你可以给你可以给他提高这他的 conversion rate， 比如说他的转化率，那就是说你可以给他同样的这个价格，你可以给他提供更好的更多的价值，对吧？那就是说这个时候你就有机会。所以您觉得你们的这个核心竞争力应该算是这个？算法，然后以及就是说算法，因为不仅是算法，还有一个数据，因为我们知道 对吧？数据本身就是说那些很多数据是我们自己才有的。OK， 对你用我们的时间越长，我们对你公司就是越了解。OK。像你刚才提到那个 Twitter 例子，比如说有人在上面说 address great， 然后会在 Twitter 上跟他有一些互动，所以你给他的这个 lead 之后，他还是在 Twitter 这个平台上。对他进行 marketing 的互动，还是说他可以把这个信息获取之后，比如说我专门找通过其他的渠道，比如说我有 sales 直接 reach out 这个人跟他推销，或者是我用其他的方法来对他进行一些。Microsoft 有一个几十个人听的，叫做 SEC， 叫做 Social Command Center， 这些呢就是说专门去 track 各个地方来的 lead。就是我们来的 lead 有可能是个 brand new 的 lead， Microsoft 以前没有这个 lead， 现在我们一个新的一个 lead 进来了，对吧？他可以去跟踪，他可以找到，他会。通过其他数据来源进行匹配，可以找到这公司的电话，找到这个人的电话，这是一种场景，应用场景。另外一个场景就是说 ，Microsoft 就他把他从其他来源获得的数据两个进行匹配，相当于匹配在一起使用。对，他们都很 sophisticated， 因为 Microsoft 一整套系统，就是一个就是说 ，Microsoft 如果他已经，比如说已经 Microsoft 有好，比如说有100万个 lead 已经在他数据库里面，那就是说，那大部分时间现在的就是说。大部分企业都有自己的 lead 的这个 database， 那他们做什么呢？最常见的就是 email marketing， 就是整天给人发的 email， 大家都烦了，对吧？什么时候或者 cold calling， 就是说啊，给你打一个电话，说你没有需求啊，我们有一个 cloud offering， 这个两个 channel 都 saturated， 就已经都做烂了，就而且效果不好，对吧？你在座的哪一位就是最近就因为别接了一个电话，很高兴买了别人的东西的？估计没有，对吧？所以就是说这两个渠道打电话 call email， 就每天你收到一堆的 junk mail， 这第一个反应就是 unsubscribe， 对吧？所以就这两个渠道已经做烂了。那就是说那现在就是因为大家首先一个没有需求，另外一个这个渠道本身就是被太多人用都用烂了。那就是说这 Microsoft 来说，我怎么能提高，比如我现在花每年花几千万甚至更多去把这些 lead 采集过来，那大部分时间没有用，对吧？
那就是我怎么去能激活那些例，我只是发现就是说，比如说这100万个例，你哪怕就告诉我这10000个人确实有心脏有这个需求，有这个兴趣，正在这个 buying cycle 上，对我来说就非常有价值，对吧？因为这些人在 buying cycle 上的时候，你没有去 reach out， 他可能已经跟 Amazon 走了，对吧？所以就是我们相当于说，你这部分已经有这个例在里边，我们可以告诉他，哎，这10000个例正在谈到这个 cloud computing 的 offering， 他可能正在做一些这个 research 之类的，这个时候你必须 engage， 你才有机会。那你这个例子的这个 data format 是什么？还是 email 吗？还是它的 contact 吗？它就是它 email phone 啊，它都有，然后 social 平台上也有 ，Microsoft 可以在平台上跟他互动，所以很多时候就是说，我们就发现就是 email 他们会一种抗拒的心理。但你在社交媒体上，你比如说你 like his tweet， 他要想 Azure is great， 你要去就是去这个去顶他一下，对吧？对啊，然后去赞他一下，或者去那个 follow 他，别人一看，哇， Microsoft follow me， that's a good big compliment， 对吧？然后你这个时候再给他打电话，他就非常 receptive， 啊， Microsoft 给他打电话，他就这个时候会很高兴。对，就改变了这个 marketing 的方式。所以你会 study 这种 trend？ 对，会 study 这个 trend。Star 会 star 这个你的 software， 我们也会 study 到底哪些 lead 会 follow， 对，对，这些都是信号，对他们来，对我们来说都是信号，对，都是信号。那你就 deliver 这个 Twitter 的 account， 对，他的信息，甚至他的 LinkedIn 的信息都会有。你好，就是您第一批种子用户都是这些中小企业。但是如果就是说您不做到这些 B2B， 给大企业肯定不会更加成功。但是有时候大企业他用一些像您当时应该公司规模还是比较小，他用这种公司的时候，他有时候就觉得你这个公司都不一定会存活多长时间，那我用这个产品会不会有一个延续性的效果，不管你价格啊，或者价格再低或者功能再好，就是我可不可以这样说，就是您当时进去的时候并没有取代他内部的一些工具，我没有取代他的后台还是叫 Marketo 是个 billion dollar 的 business，对，我们没有去取代他，我们是 complement， 因为他 enhance， 包括他来试用您的这个产品，或者他要去挖掘这些数据的信息，他也要花很多时间嘛，那个对于这些大公司来说他也是一个成本，那他是您是怎么样觉得可以 convince 他们去投入这个成本来发掘你这里的价值呢？因为他原来肯定每天8个小时也是满的，或者10个小时是传统渠道啊，或者是其他自己做的一些。对，你讲的很对，就是传统渠道，这个关键就是说它已经有传统的渠道，我们没有去取代的传统渠道。但 Microsoft 通过这个杂志啊，通过电视啊，通过这个各个渠道来的力还会有，但是我们给他一个 social 的这个渠道，我们给他开辟了一个新的渠道。你们也都知道，在 Microsoft 你要推出任何一个 marketing program， 大概都要需要6个月时间，对吧？还要通过跟他有人这个做这个 business requirement document 啊。要跟那个 IT 合作呀，买个是 IT 有时候还比较慢一点，然后就是说，你知道，就所以就是等他做一个东西，于是你觉得你花了这么长时间，我花这么多钱做的东西还没什么效果，对吧？对我们来说是一个 turnkey 的 solution， 你只要比如说你要1000个例，你可能花个几千美金或者多少钱，每个月几千美金，你就可以马上就有一个新的渠道就过来了，就可以马上 establish， 就是对 business 来说，他们希望。这种 agility 很希望有这种 agility， 对吧？你不希望等个6个月，我的 marketing program 都凉了，对吧？那你如何maintain你的这个 competitive advantage？ 因为他也有很多 engineer， 他自己也可以开发类似的产品。我想你如何能够保持这种竞争力？所以就说，就是我刚才提到，就是说你这个客户在我们这待的时间越长，我们对你就越了解。对吧？因为很多数据，比如说你在一个推特上跟这个你潜在的客户这种交互的作用，什么时间，比如说你是这个客户，比如说是很快就 follow you 啊，然后就是很快就是 respond to your direct message 啊，这些数据都是一个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信号。那就是说其他的 competitor 如果要进来的话，他们并没有这个对你相当于要从头开始，对你这个公司来说，对 Microsoft 来说，他可能要就是从头开始，从零开始。那就是说对 Microsoft 来说是一个这个。Lost opportunity， 但它有个机会成本的话。所以刚刚了解你的产品是主要是帮这个公司去做其他公司做 marketing， 然后你这边的 sales 也是 marketing 的 execution plan 是什么样子？对，就是
我们自己是做 lead generation 对吧，所以我们也用自己的 tool 对，相当于就是 dog food 自己的产品，就我们很多 lead 都是我们自己通过这用自己的产品来的，这也是我们的一个 advantage， 因为很多人需要花很多钱去开发这个去打市场对吧，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工具就可以，这就很大一部分的 lead 是我们自己这么产生的。那你现在一个大概的一个现状是说去 maintain 现在有的 customer 就是 reach out to 更多的，当然是就是我们还太小去 maintain， 就是肯定是进入了好多年都会去 grow， 因为现在就是说毕竟这个市场还是很大，就是对吧，现在希望这个更多的全球五百强或者全这个 Fortune 1000希望更多的都是我们的客户，但是我们中小企业也做，但就是说这些大客户的我们现在是没 target， 因为这个听起来很我觉得很 specific to 每一个公司，就是比较 customer， 对啊，所以就是因为很多时候因为以前的公司的话就是他们要去开发新的客户都是说到一个 agency 说你给我个单子，全美 IT director 他的这个公司名电话地址给我，我就是 cold calling， 我就找人去给他打电话，我刚才刚说过就是这已经这 dead 这个方式已经 dead 了对吧，为什么就是说你能拿到 list， Microsoft 能拿到这个 list， Google 也可以拿到这个 list， 这个 list 对你来说没有什么太大差别对吧，就没有任何竞争优势，那就是说现在就是通过这个 social media 真正就是在这个这些人真正有这个需求正在这个 buying cycle 上对吧，然后你这个时候你去 reach out 他，通过这个社交媒体这个新的一个渠道，但这个渠道就是目前来说就是非常有效的，但就跟 email 当时早年的 email 也非常有效，那 click through rate 是30%对吧，那么高对吧，现在你知道现在 click through rate 是多少，你发给 email 0.5% 吧对吧，所以0.5%比如说甚至还更低，那就是 social media 至少目前这个渠道是比较有效，就跟你的 email 或者跟那个 cold calling 比非常有效，但就是说这个状况就不可能持续下去对吧，比如说3-5年之后 social media 也就变成 saturated channel， 可能新的 channel 变成这个 VR 或者说怎么样，那就是说我们就会跟着这个转型。那你这个 customization 就是每个公司，你说你对他们的了解是也是那个机器学习来的呀，还是你自己要做一些机器学习？对，因为开始最早的话会有就是会有 customer 这个 sales manager 会跟他需求什么的，对，就是大概会了解这你们需要找什么样的人啊，会有个起点，然后接下来就是机器在这学习。所以你其实并不知道，假设你有100个客户，你并不知道学习到什么程度了，做给你去看。对，时不时的，就是机器学习，很多人觉得机器学习我就放那不管，不是这样的。因为机器学习，因为我们训练里一个很重要，就是说你必须去 qualify 你的 results， 就一个结果来的话，你能够解释就为什么这个变好，这个为什么这个变差了，就必须有人盯着，并不是机器学习我就发射导弹发射完就不管了，并不是这样，就是说我们还有 customer success manager， 就是定期的会去跟踪这个效果，到底就是这个东西变好是为什么变好，你能够解释这个，那是人工在解释。对，就是说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人工必须能够 come up with a reasonable explanation， 就是这个意思。对，就是你要自己看为什么，你知道从 A 到 B 的，但是你要其实是人的脑子在做，并不是完全。不，机器，我们机器学习的会有些标准，比如说，如果这个 conversion rate 高的话，为什么 conversion rate 高？是因为他这个人有 certain title 啊，还是某个 region 啊，还是他提到了一些这个 topic， 他 conversation 的这个 topic。他认为的。嗯，就是说机器认为的，然后你自己再去 verify 是还是不是一个。对，机器会去找出这些就是共性的东西，来，比如说这批人突然这 conversion rate 特别高，为什么有什么共性？就这些 cluster 在哪里对吧？你会到底这些人的共性在哪里？然后你就会 prioritize 有这些共性的其他的例子，看可不可以。对啊。得到同样的结果。对。你们在创业过程中，都要很重要的跟那个。客户，我认识 customer 谈，怎么谈呢？你不认识他，你是一个初创公司，你怎么去认识人家的公司的 customer？ 你怎么去得到这个 customer？ 对，就是我刚才提到，就是因为我们自己是做这个 lead generation 的，所以就是说一个是我们用自己的产品，就是发现就是哪些公司有这个需求，比如说他们会谈到这个 social media marketing 啊，谈到这个 lead generation 啊，对吧？他们有这个需求。他们就告诉他，哎，我们有这个产品。你怎么跟他联系？email 还是电话？最早都通过 Twitter， 通过这个 Twitter， 对，这社交媒体。Twitter 跟他@一下，
就怎么跟沟通呢？我没用过推特，就是说，你找到一个人以后，怎么跟他联系？就推特上就是你一旦找到这个人之后，你可以去，你可以先互动在推特上，你可以去顶他，就好比说你的微信，你去顶他一下，比如对吧？他比如说他谈到这个东西，你可以顶一下，然后你可以跟他，你可以 follow 他，去 follow 他，相当于微信里就是关注他，对吧？就跟微博一样。对啊，就类似的概念，对吧？你可以跟，就因为我刚才提到，就推特是个非常开放的平台，就是跟那个 Facebook 跟那个脸谱不太一样，对吧？脸谱你必须是我朋友圈子里才能跟我有任何的互动。对吧？推特是个非常开放的，谁跟谁都可以互动。啊，有点像微博。对，跟微博。我可以跟他留个 message。对对对，都可以。那留 message 不太一样，推特就是说你必须他得关注，你关注他了。我互相关注才。他关注你的话，你才能给他发 message。那你只能是留言，就是大家都能看到的那种。不，就是说，因为有时候你关注别人的话，别人就是有一部分人会就是会就也会关注你，对吧？这个时候你就有些互动。所以你一定还是要给他发 message， 最后双方都关注以后，对，你要给他发 message。对对对，啊，这是个渠道了。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自己就是通过这 social media， 因为我们自己是 social media 的 company， 然后就是在 social media 上就谈到一些这个，比如说你怎么去就 measure 这个 marketing， 这 social media marketing ROI 啊 ，return on investment 啊，就是经常做一些这个 video 啊，做一些这个 blog 啊之类的，然后很多 lead 就会到我们网站来，或者通过 word of mouth 啊，通过这 Google 的 search 啊，通过这个一些。因为其他的 influence 会谈到我们，因为像我们经常有些在这个什么在福布斯上，甚至纽约时报也都会对我们进行报道之类的，这些人就会啊、哎，我有这个需求，我会找到我们，就主动来找，主动来找我们，就到我们网站去 sign up 一个 trial， 就一个试用我们的东西，就七天时间试用，如果你效果好的话，我们就有 sales manager 可以给你跟进，对，这就 inbound 的这种 lead。你们现在主要的 competitor 有哪些？competitor 就是说在推特上就是说有那么几个吧，有那么两三个，就是甚至还有就是大概一年前我们还发现有一个客户在我们这做了三个月客户之后，然后就 copy exactly 我们做的东西，就是当时我们就一点都不担心，就首先觉得是个 compliment， 就有人愿意花时间去拷贝我们做的东西，但是就是那是我们六个月之前的产品，他不可能跟上，因为我们对客户的了解，他不可能跟上，对，所以我一点都不担心，有人 copy 那就 copy 呗，他就是价格比我们低一半甚至更多，然后去他要去，后来他最近也没有看见，估计也死掉了。哎，你们主要的那个客户群是什么行业的呢？就是、高科技很多。高科技的。就基本上一个高科技，一个是这个 professional service， 比如说你要找 designer 啊，找 developer 啊，然后什么 financial service，然后也有这种 agency。我想请教你一下一个关于融资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对于一家初创企业来说，就是要在融资上有些什么策略，尤其比如说在早期，你可能会比较渴望需要钱，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说，你是来者回拒呢，还是你是就是说是希望对，就是说是一个双向的选择？就在早期的时候，因为之前也在就跟一些就是说一些朋友，他们自己一些创业经验的人聊过，他们觉得有的时候呢，资本是好事儿，但资本有的时候也会绑架你，这是一个。然后到了比如说像您公司现在已经是比较 scale up 的这种状况下，可能投资你的这些投资人会更多，那么这种时候是不是你会？有所变化，就是说这方面的，对，就是这个在融资方面，就是说你首先看你有多少选择了，因为你最早的时候，你要是尤其是你要是初次创业的，然后你只是一个 idea， 那基本上愿意投你的人就很少，基本上可能也就是你的亲戚朋友之类的，有些人愿意投给你，对吧？了解你的人愿意投给你，那就是说你要是连续创业，你以前有个成功的经验，你可能可挑的余地就比较多一些，很多人比如说已经在里头投过。哎，你给他很好的一个回报，对吧？他就是说，哎，你已经创业过，你知道这个整个这个路数是怎么走的，那就是说你要还有个新的 idea， 我就接着投呗，对吧？所以就是说，开始的时候，你如果是初次创业，你可能就可选的余地比较少。但就是说，最好的那个投资者，就是说，在这个领域，就是因为这个 VC 这个行业也是 VC 这个领域，它也就是 VC 也是分不同行业的，比如说有人只投这个区块链，有些人只投这个 SaaS。有些人比如说只投这个 marketing 方面，对吧？就是说有些人只投 virtual reality， 那就是说这 VC 这方面呢，就是说最好他对这个行业已经有比较好的了解，然后就是说他的 vision， 就是你的 vision 跟他看到这个公司的 vision 是一致的，
因为要不然的话就是你想想你公司其实每天都很忙，你还要跟你的那个 master 的每一回开董事会的时候，你要整天要跟你的 VC 去你 argue 之类的，就有些这个不同的意见，那就是说你的日子会很难过。所以就是最好有的 smart money， 就是这个 money 就是不仅是说带来资金，而且带来这种你需要的这个人脉啊，需要带来一些这个 advice， 需要的 expertise， 那是最好的。但就是说你关键就是说你有没有这个 luxury to pick 这个 the investor you want， 就是你有没有这个条件。开始的时候一般来说开始都比较艰难，尤其是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创业的门槛就是因为很低，谁都可以进来，所以就是 VC 可挑的也很多。能那个具体分享一下你们这个融资的一些经验一过程，是通过那个 Techstar 这个去找 network 吗？对， Techstar 就是说会有很大的帮助了。因为就是说因为我就说这个 startup 这么多，你就是首先就是别人觉得啊你这个经历过这个 Techstar， 别人觉得你是不是已经挑过一轮了，对吧？所以就别人更愿意有个这个 signal 的这个 effect， 就是表明startup 这个好几百个申请，你是那个十个里面的一个，首先就觉得 investor 来说觉得比较放心，对吧？另外一个 startup 就是在这个 Techstar 里面，它这个 network 里面有很多这个很资深的这个投资人，对吧？很多人是已经成功非常成功的，多次创业的，有些人是专门做 VC 的，他们也是这个 investor 之类的，就是在这方面已经投了很多个公司，所以就是说这个方面很有帮助。另外一个就是说我刚才最后一点还没提到，就是说在这个 startup 这个领域，在这创业这个领域，就是先做人跟后做事是尤其的重要。就比如说我们这个融资的过程，当时就是那个 Paul Allen 的那个 Vulcan 那个 venture， 对吧？然后和那个 Divergent， 其实就是说当时就是因为我们是初次创业，对我们来说是很不利的，对吧？因为初次创业很多时候别人都是有些 VC 就直接就说我们不会投这个初次创业的。那就是说最后就是他后来那个他的那个投资是负责他们这个分投的那个叫 YB， 然后他正好是在华大的那个 venture investing 的那个 class， 经常去做一些讲座之类的，他跟那个 professor 很熟，所以他就说哎，就是然后就一直知道我们俩都是那个华大那个商学院的嘛，但是后来就是问那个 professor， 就说哎，你了解这两个人没有？因为我们俩就是在那个学校的时候，就是对这些活动啊，就是会积极参与。然后呢，就是像那个华大一些学生，他有什么问题啊？这些像那个 professor 经常会送到我这儿，哎，跟他聊一聊你们怎么做十大大之类的，就是说就相当于一个 community service， 对吧？所以就是说他肯定就是哎，那当然这两个学生非常不错，对吧？就是然后就这是最后来说还是看人，就是他投不投，就是所以这个圈子其实很小，说来说去就第二步见抬头见，就这样。积累的人脉到最后会对对，你也不知道，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因为在这个硅谷有一个概念叫 pay it forward， 就是说我今天帮助你，像我们像公司能走到今天，就很多这有些人无私的这个帮助，在 Techstar 的 program 里面，很多人我们并没有负担的那些什么股权啊之类，他就是给我们这个建议。pay it forward 什么概念？就是说我今天帮助你，并不是说你要回报我，而是你成功之后你去帮助其他人，就这么一个概念。那这个 Techstar 除了给你们提供这样的一个 environment，他直接给了几万块钱嘛，然后他去拿走了6%的这个股权，就是这个 stock。少。就是你最先提到就是 Techstar 第一个也是帮你们找客户的需求，那我还是不太清楚怎么找客户需求，我不能去看那推特，我怎么去找？你必须跟客户坐下来谈。对，怎么找？就是你提到你们一开始跟一个 sales manager 谈过，然后他说。不太需要你这个产品，怎么认识的销售方式？那就是关系啊，都是人脉、啊。就以前个人认识的。这个人认识的，或者通过 Techstar 的那个网络，我就跟他说，就在这个 Seattle 这个城市，基本上所有 CEO 差不多就是 one degree， 很少就是 two degree， 基本上都有人认识。你就让他帮着做介绍也就可以。就是通过网络，然后介绍面对面的。其实就是在中国是说。就是人脉，在美国其实也是很多时候也是这个人脉，尤其是最早的时候，因为你什么都没有，对吧？所以您当时也是边创业边读那个商学院，扩展自己的人脉。当时对我已经，当时就是已经离开 Microsoft， 其实就是创业，其实我在 Microsoft 已经开始起步这第一个在加州那个咨询公司，就是我那个跟 partner 合作，然后他现在相当于他去那个加州那个地方。
去打市场，然后我在后台，就是我相当于就负责后台一些产品啊之类的开发之类的。说到人脉啊，这个我刚才说到这人脉，刚才我跟你第一次见面有十年了，八年九年之久，那么我就是有点好奇啊，因为以前老实讲见过好几次，甚至五六次、七八次更多，但是没有认真谈过，所以今天专门来听听你的那个介绍，从来没有机会这样认真听过啊。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我看了一下你的简历啊，就是说 basically 你没有做过 sales 对吧？没错，你做 IT 为主的。对，技术出身，实际上属于理工男。Right, okay. 那么实际上创业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你的思路，你的这个做什么，做什么实际上最开始基本上决定你是不是能做成了。那你这个刚才我听说这个可能有点就是关联，就是说你有一个 partner 他做过 sales 是吧？所以 basically 就是说这个是你的主要的这种起步的原因还是怎么样？就是起步的原因，就是我们俩就是有一个就是 share 一个就是共同的一个 vision， 就觉得 social media 这一块肯定在企业方面肯定有会有很多的这个应用场景，对吧？就因为就是说最早的话 social media 起来的话都是个 consumer， 大家就是分享一下旅游的经历啊，是吧？这个互相加个互相这个孩子的照片啊之类贴一贴，对吧？但就是说既然大家都花时间在 social media 上，这个企业迟早要 adopt 这个 platform。基本上有个这个大的一个 vision 是在那，就是我们俩 share 这个 passion， 就是 social media 肯定会这个颠覆一些这个企业的这个 marketing 这些东西。对，基本上有一个大的 idea， 就是个机会。对，我也觉得这个你做的实际上挺好，因为我做 sales， 对，那么我们基本上是让传统为主。对，那么你我觉得你这个最大的卖点实际上就是说把一个比较模糊的 sales 这样的一个 lead 的 pipeline 变得稍微比较准确一点。那么实际上我以前问过你说你做 Twitter， 当时我实际上还是有一个这个疑问，我甚至没有来得及跟你讲，我觉得好像很有局限性，因为 basically 你是这是一个比如说是一个大的这个域的话，你做了一个小块，对吧？这个很大的一个圆，你做这么小块，那么这个小块有多大的市场，有多少人会要，然后要了之后这个价格有没有效果，这个效果能不能够叠加，然后能够 keep going， 因为太多的 sales 都是我 order 了三个月之后我就 cancel 了。对，因为这个效果你很难，而且老实讲很难确认是你这儿来的，很多效果不见得是你这儿来的。当然实际上传统的这种 B2B 的 sales 大量实际上比如说一些专业的展会啊，专业的杂志啊，这是很多信息的这个来源，而且那些信息相对来讲很多 sales people 他这种 people network 可以说更看得见摸得着，我的感觉啊，当然我的感觉是错的。那我觉得你这个就是至少很好的一个卖点，就是 basically 我可以把它更准确，不太模糊，原来的太模糊，而且太靠人，这个人走了之后他可能跳了，他就把全带走，或者带走很多。那你这个呢 basically 我这个公司就是说我可以 residual 很多，我可以留下来很多，对吧？对。那么就是说两个问题，你怎么去，就我相信这个领域一定有其他竞争对手，对吧？你这个就是说当然我相信你现在应该比别人更好。另外一个就是说你实际上和 Salesforce 有很多地方是类似的，对不对？不太一样。 Salesforce 管理那些 leads， 你不管是他不 generate 吗？他也 generate， 他不 generate， 基本上他可以从任何渠道来，他是一个 lead management 一个 platform， 是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Salesforce， 我们自己内部也在用 Salesforce 管理这些所有的 lead， 他并不在乎你的 lead 从哪里来，我们是 complement 这个 Salesforce。你公司成立多久了？14年哇，对，就是有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就是您的题目是说走就走的创业，但是其实对于我们很多人用 H1B 工作的人来说，就是说走也走不了。我自己经历了 H1B， 是麦克斯当时，就是感谢麦克斯当时老东家，我的老东家是帮我解决了这个 H1B 啊的身份问题。就是我的问题就是说，像我们这种人，然后就是拿 H1B 工作的，你要是全身心投入到创业的话，你肯定就没办法，对吧？然后你要是你像您说您在那个 Microsoft 也就开始了自己的开发工作，就是我想问，就是说您是怎么有什么建议对于说这种像 H1B holder 然后怎么来创业，还有你怎么平衡你在微软的那段阶段，然后你的本来的工作跟你就是你想做的东西，你怎么平衡它？对，
是啊，有什么建议？就 H1B 中，因为中国人这个就身份问题是很现实的，就是没有身份的话，你在美国都很难待下去了。尤其现在这个 micro 这个政治环境是这样的嘛，对吧？那就是说，我觉得你在 H1B 的时候，你能做的这个最好的东西就是积累。这个时候，你积累人脉，积累你专业知识，积累你软就是 soft skill， 比如说你 public speaking 啊，你 leadership 呀、啊，对吧？你 presentation 啊，对吧？你跟别人交往的能力啊，跟别人合作的这些能力，就是多接触这个在 startup 的 community。如果你真要就是觉得以后必须要去做的话，你想做朝这个方向走的话，你就必须要开始慢慢积累这些东西。这是你在 Microsoft 期间。你有时间对吧 ？Microsoft 首先有的时间，另外，我不是说你工作的时候干这些哈，我说你业余的时候，因为很多人就是业余时间，我去这个大家打打牌喝喝酒也就过了，或者看个电视之类也就过了，对吧？但就是说，我觉得在座的各位今天就是能把一个周五的时间花出来，然后到这边来听，我觉得你们都可以成为一个这个成功的创业者。对吧？所以就因为已经有这个意识了，对吧？我愿意花这个时间，因为人生其实说穿了就是一系列这个选择做成的，对吧？这很多选择，因为你现在今天在大公司做，假如说你哪天生活问题解决了，你愿意在这接着做下去，你相当于你做出了一个选择，就是我接着在做下去，我不去做 startup， 对吧？就是其实每时每刻你都在做选择，你有意识或者没意识，你都在做选择，对吧？那就是你今天觉得 H1B， 这做任何事情都有很多这个 constraint， 对吧？那就是说你觉得你在目前这个情况下你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是什么，对吧？就是说你虽然是 H1B， 但并没有说你不可以去听那些讲座呀，你不可以去参加的区块链的这些一些跟别人合作就搞个项目啊之类的，对吧？就是具体你拉出来你可能还不行，因为就是说你有受这个身份限制，但并不没有人会阻挡你去做这些东西。也可以回国呀、啊、对啊，也可以回国，对啊，对，也很多回国这个创业成功的，对吧？比如说现在国内的区块链，现在这个基本上 ICO 都禁掉了，对吧？那就是大家没什么呀，我们立马把公司搬到新加坡呀，一样该干什么干什么，对吧？对，所以这人是活的，就是你要是不做一件事情，你可以找出一千个借口我不做，对吧？但是你真要去做的话，总是有办法的。是，我再问你另一个问题，是，我第一份工作是在一个 startup， 是微软两个老员工前员工他们创建。然后我亲眼看见见证了我那个 CTO 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的深夜的工作，但工作非常辛苦。我想问一下你，您创业这几年，你作为 CTO， 你享受这个过程吗？你有没有觉得什么失去了？首先我就说我并没有说像他干的那么辛苦，因为我家我有老婆小孩了，这个不太可能就是说就是把这个家庭生活一点都不顾，对吧？那小孩还得教育，那个小孩。公司成功了，小孩不成功也很麻烦，对吧？所以就是说，我没有说每天只睡三个小时，而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你，因为你一个，我就说 startup 是个 journey， 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你没有必要就是说，哎，就是你要是比如说我就拼一个月，我就能成功了，那大家可以去拼，这个东西是个长远的过程。就我最早在 startup 的时候，其中有一个我就很有帮助的，就是说 startup 就是我在那个 Techstar 的时候，Techstar 其中有一个环节就是。大家都去一个 offsite， 然后你跟 founder， 你们两个 co-founder 之间有个非常开诚布公的这个交流，就是说，你觉得什么时候，你觉得你为什么要做这个 startup？ 你觉得你什么时候你想放弃，对吧？然后你觉得从中得到的最大的一些快乐是什么，对吧？然后就说我跟我 co-founder 就说，我们俩要是觉得这个 startup 不再 fun， 就 it's not fun anymore， 我们就不做了，对吧？我们可以告诉对方，我们就是 it's not fun， we're not gonna do this anymore， 但是我们告诉提前一两个月告诉对方，对吧？那就是说，你要是一直这么干下去，每天就睡三四个小时吧，你不会 enjoy 这个 journey 的。你可以干一周、两周，或者你甚至一个月、两个月，但最后你肯定会垮掉的。他干了九年，前几天辞职了。辞职有点晚。对，所以就是说，这个我就提到刚才前面提到，我就你要 enjoy 这个 journey， 你怎么 enjoy journey？ 像我其实兴趣爱好也挺多，这个公司确实就是说最大的差别就是说。在 Microsoft， 我下了班之后，我可以不管，基本上就是说，因为这个，当时做 SQL Server 或者说在做 BizTalk Server， 那都有 Tier One、Tier Two、Tier Three 这个 support 挡着，对吧？基本上没有我们的事儿。下了班就没人会给我打电话，我也不会去给我手下打电话，对吧？那就是做 startup 就不太一样，就是公司要是这你的那个你 product is down， 基本上就 jump on it， 不管是谁，对吧？肯定就是 work on it， 这可能是这个比较大的差别，但就并不表明做 startup 就没有 life。像我就该滑雪滑雪，该打球打球。
对，我并没有说，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健康是其实是第一位的，没有健康，你 startup 成功有什么意思，对吧？另外一个就是说你也不可能 enjoy， 你做事就是说你要做到无怨无悔。我前面提到，你要说我干这三年五年，就是说你即使失败的话，你就无怨无悔。那你要是觉得你要是天天这么整的话，你会觉得很快乐吗？对吧？你要每天只睡三个小时，我是不会快乐的。所以我很注重就是这自己这个对 balance 这个很重要。像我们基本上就是也没有说就让大家经常加班，很少加班，其实偶尔有努力是确实需要及时赶出来的话，基本上平时 manage 这个整个 schedule 就是这不需要就加不需要加班的，就是平时该干什么干什么。因为我也跟我员工说，你们要注意自己的 life balance。我希望你每天来的时候都 fresh， 而不是说每天就累得不行，整天的就这个困得要命，你也干不好。你们这个 machine learning 的这个 model 是一个算法吗？很复杂的算法吗？还是？对，有人在专门做这个算法。啊，我想问一下，我想问一下你创业当中，你觉得你自己的 expertise 以及你觉得你自己最重要的 skill 是什么？对，同时你刚刚提到你读过 MBA， 然后。你之前在微软待过，你觉得就哪一段经历对你的创业是 value 最大的，然后就是对你的成功是有就 contribution 最大的，然后其次是谢谢他问你很多，首先就是说就是你觉得就是你问的就是哪一个阶段对我的这个帮助比较大，是不是？就是我的经历来说，我觉得还是这个因为中国的商学院也上了，对吧？美国的商学院我也上了，中国的这个工程学院，美国工程学院我都上了。那我觉得帮助最大还是在 TechStar 这个就是这个 program 这个 incubator 里头，因为在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即使最好的商学院，就是它就是跟实际的话还是比较脱节，就是你可以学各种理论，什么蓝海战略啊，什么 SWOT analysis 啊，对吧？你可以学那些东西，什么那些各种理论都很多，就是说真正用到的并不算太多，就是因为这个 TechStar 他们是 professional 专门做 startup， 他就告诉你怎么做这个，非常实用，就是说。但并不表明说你受的教育没有用，就我觉得就是说受的教育就是你大概就是你大概知道这个大概就是给你一个宏观的一个概念，这个公司有各个部门啊，这个有 finance 啊，这个给你一些比较好的 exposure。另外一个也是个人脉，对吧？你这个像我这个跟我的 co-founder 其实在这个 Foster 那个在那个 startup event 上认识的，对吧？所以就是说很重要一个人脉，对吧？像其实虽然我在美国这么长时间，但是跟我国内的一些同学还都有联系。像现在一些国内的 ICO 要走 ICO 都找到我，就是有些问题要找我，就问我这个北美市场怎么开发之类的。所以就是说这种人脉积累就是在哪都可以，学校也是就积累人脉的一个地方。然后你说还有一个第一个问题，你是说这个 Microsoft 啊，还是这个就你说这个个人的一个 skill， 对吧？对，就是我感觉啊，就是说做 startup founder 其实最重要的一个 skill 就是说你能学新东西。因为我没做过 sales， 但是我得比如说我要 interview 我的 sales 的 VP， 我也知道我准备考核我的 sales 的 VP， 因为这个作为 co-founder 来说，虽然说一个 one build one sale， 但是一些重要人员的决定，你这招人是非常重要，你要招一个不好的人进来，基本上对你这个 startup 打击非常大，对吧？所以就是说随着这个 startup 的成长，就是你自然而然会接触到很多东西，这就是我们很多这个比如说一些 top school 的这个学生要来愿意来我们做 intern 啊，或者在我们这工作啊，就是我们告诉他你们在这学到的东西就在 Google 上 Microsoft 你就学不到，因为你可以看到你做的东西直接 impact sales and marketing， 你可以看到整个公司是怎么运作的。那最难的就你碰到最 frustrating 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然后你需要 make 什么 decision， 然后怎么 frustrating 就是。Frustrating， 我觉得总是就是觉得公司的发展就是要比想象的要慢。做任何事情就是，其实我们在这个 TechStar 里面，就是很多这个就是连续创业的人就告诉我们，你做任何东西都比你想象的要多花一倍的钱，然后多花一倍的时间。现在确实能体会到这个。对，你会让你儿子在这创业吗？我会啊。我是觉得，关键是他的看个人兴趣。他要不想创业，他愿意在大公司待，他愿意待的。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说，你做的选择要就是适合自己，你不就是无怨无悔。虽然说不能说完全做到无怨无悔，但做到这个 least regret， 你就后悔最少，对吧？这我觉得这就是，这不管你决定在大公司做待下去，还是在这个 startup， 就是说你至少你做的选择，就是说回过头来看你不会后悔。所以我不会去 push 他一定要去做 startup， 或者一定要在大公司待的，就是说他愿意去做什么，我会 support 他。
问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不好意思，就是您之前上学院的时候是全职上的还是就是？我是 part time 上的。part time 上的。登台的 Microsoft， 在商学院上的时候还在 Microsoft。微软出钱了吗？微软出钱。哦。现在还有这个 program？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就是，他那个时候也不是完全出钱，出一部分。OK。我想问一下，公司规模是多少？有多少人？加州那边大概二十来个人，这边也大概十六七个人，在西雅图。那你能不能说你的 revenue？ 我不透露 revenue。我想问一下关于就是你们融资的事情，就是你觉得大概如果天使轮投资的话，大概占你们股权的百分之多少比较合适？天使轮最早是不占股权的，天使轮就是一般现在比较 popular 的是天使轮都是做 convertible notes，就是说。就是如果这公司到下一轮的时候，我给你一个优惠，就是下比如天使轮就不对你的公司进行任何评估，就是说当你到 A 轮的时候，如果有 A 轮的资金进来，比如说评估你公司，比如说200万，那我给你一个15%的折扣，按照当时的价格，天使轮一般是这么做 ，convertible notes， 可以把你的那个投的钱，就是转换成那个这个股权。那如果投资方就是愿意给你们投资，然后他想占。超过30%的股份，你觉得不可能是吗？这个任何 reasonable 投资人都不会这么做，因为投资人就是希望就是说你这些 founder 就 you enough skin in the game， 就你有足够的就是股票在这里边，你才会去用你的工作。你把大部分股票都拿走的话，那 founder 没有动力了，就是去对吧？所以没有投资者说我一下子拿这么多股票，因为天使轮进来，你要拿那么多股票的话。就是首先就是说 startup founder 不会同意的，其次就是说对你投资人来说没有好处，因为你拿的太多了。国内的，国内的一些人啊，是吧？还有一个就是，假如说有两个大的股东，他们两个存在竞争关系，然后其中一方愿意给你投资，然后他跟你说，如果你接受另一方的投资，他就不会投你了。我们还没有碰到这个问题，但是就是说这个时候如果你必须做出选择的话，就前面提到了你要看就是哪一边会给你的帮助更大，对吧？另外也其实也看投资人，如果这个投资人这个因为在这个圈子都挺小的，你要在投资人这本身不怎么样的话，你就给我再多钱我也不会要的，因为最终来说投资人一大进来的话，你跟他就是低头不见抬头见，你每个月都要开董事会，这你天天就是忙时间对付这个投资人都来不及，你的时间应该花在做产品做市场上，而不是说你整天跟着投资人在那这个勾心斗角，所以就要这个 invite smart money， 就聪明的钱进来，他就说能不仅给你资金，更多的是带来这个经验啊，或者带来这个能给你打开一条这个门路啊之类的。有个问题啊，就是你现在的人看起来听起来挺多的了，那你这个规模的话，第一你自己能够 sustain 吗？还是要靠别人的钱？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你要是加州那个咨询公司，这是确实完全能够 sustain， 就是完全靠自有资金发展。这边的公司基本上我们不是看这个盈利，基本上就是有多少钱，我们就是 plan 这个12个月的 runway， 钱去投资，基本上就去发展。因为 startup 你挣的钱，就别人投资不是让你挣钱，是让你就加快这个发展的步伐，对吧？你快速的这个去抢占市场。所以，那你现在就是说，比如说，像很多人也碰到的问题，就是说，我现在这样一个小的规模，或者说还是可以的规模，那我在选这个人的时候，这个我怎么样去这个就是这个有个很大的取舍，对吧？你找错一个人的可能性很高，对，这个你很容易找错一个人，而不是很容易找对一个人，这个你有没有什么可以分享的？对，怎么说呢？就是作为这个 startup， 就是每一个员工就是 hire 进来其实都很关键，因为对这个公，因为你公司这么小，这个公司这个人进来的话，就是他要是不能跟大家很好的合作的话，对这个团队都会有影响，对吧？所以不像 Microsoft 那么大，你一两个人进来不行的话，就是你对大的对公司整体来说没什么影响。但就是说，尤其这个每个人进来的话，对公司都，如果这个人不能很好的工作，不能跟大家很好的合作，就整个公司会 suffer， 对吧？所以就是基本上原则就是说，你进来之后如果发现他不是一个合适的 hire， 你就 manage out， 对，就是你就跟他说，相当于就是越早你这种决定就是做的越早越好。我问一个问题，就是您一开始说那个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那站在现在这个时点上，您肯定作为一个 founder 或者 co-founder， 你想过
最好的 exit 方式吗？怎么说呢，就是怎么考虑这个问题？在这个行业有一个行话，就是 company 就是 is bought not sold，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是其他人愿意来买你，而不是你去卖。对对 对, 对。我们现在就是说，因为就是只要我们两个 co-founder 就是只要 having fun，就觉得每天做的很有意思，我们就是我们的关注点是不停的发展，把这公司做大，对吧？至于说这个 exit 什么时候来，是被收购了还是怎么样，这个东西是可遇不可求的，对吧？我们可以去 pursue 一些的 partnership opportunity， 比如说跟那些 Salesforce 合作呀，比如说 Twitter 的 B2B sales team 会找到我们，说要跟我们就是合作啊之类的。这个合作了就是这个 exit 的第一步，因为你公司愿意跟你合作的话，就是可能就是慢慢的一些产品在这个，首先在最早可能在 marketing 上有一些合作，这个什么一些做一些 co-launch 这个 event 啊，然后接下来可能就产品的合作，最后就有可能就会这 exit。 但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说没有说刻意去想哦我们要把公司卖给谁，但我们就是会就是主要的精力就是发展在就是不停的就是发展壮大这公司，就是扩大这 customer base。 目前阶段你们自己对自己估值的频率大概是多长时间估值？估值差不多啊，因为这个每年都有给这个 stock option 给员工嘛，对吧？那基本上每年都做一次。明白。那我想问一个关于您产品技术的问题，就是您刚刚有提到说你会 study 他们的那个 purchase cycle，然后听上去你会做文本分析，就是你们其他方面分享你们就是技术怎么切入吗？做文本的东西。对，文本分析，因为你会说，比如说他发了一个 tweet， 对，然后他们可能 mention 了，我可能。啊 Salesforce 好好啊，对，然后你就 capture 到说哦他其实是在对 Salesforce 有好感。对对对，我们现在还没有做语义分析，目前来说我们只是在这个关键字这个领域，目前来说在这个 Twitter 上面我们还没有做语义分析，但就是现在很多 API 的 available， 就是分析到底是正面的态度还是反面的态度，对吧？现在都有这些 API， 但目前还没有集成这个，因为这些东西就 sounds great， 但是就是说客户就是说很多时候觉得并没有太大需要， it's nice to have。 很多时候就是这就是我说做产品你真的要了解的客户的需求，因为要做的东西很多，如果就是直接投资这个客户没有这个需求，你相当于就是浪费了就是 go after 其他产品的其他市场的一个机会。所以目前就是仅仅就是 mention 已经对他们来说已经比较有价值了，就是他也就是每个客户来到他有一整个一系列标准，比如说他谈到这几百个关键字什么一个，然后呢他有这个他是哪个行业的，是哪个 job title， 对吧？这公司的规模，对吧？有个 profile rating， 做 rating。 对，那你的这个 service 是通用了，对大中小公司都一样吗？这理论上是可以，但就是说就是说大公司的话，就如果小公司的话，因为价位的问题，很多时候小公司并不能就是支付这种比较的价位。对，这个 service 本身是非常通用的，因为就是这个方，因为就是说做产品说穿了，就是你找出一个这些所有这些公司的共性，对吧？但就是说有的时候这个大公司跟小公司它的那个具体的一些要求有些不一样，但我们就是比较偏重这个中大型的公司，因为这个价位的问题。你有没有想过做中文的这样的一个这个 lead generating 的这样的一个分析？因为很多人，比如现在一些中美大公司多，很多国内来的一些人真的是很不错的公司，很大的公司。但是可惜他们确实英文不怎么样，那么而且这个员工也有这个问题，但是实际上中文也见到了很多例子，甚至可能比美国人还多。对对对，所以就是说做 startup 都要有这个 focus， 就是说目前来说我们 focus 是主要是英文English speaking 这个区域，然后这里边市场其实已经很大了，所以就是我们目前来说还没有就是想做中文版的，因为就是说一个是英文市场还有很多就是需要我们去这个 grow 的，然后另一个方面就是说相当于你要做中文市场，你相当于要最好有一个 partnership， 就是能跟中国那边合作，然后比如说数据源啊在这边推特在中国就没有推特，就都是关着的，所以就要开发一些新的数据源，一整套的技术可能都不太一样，人员啊都可能就是需要招新的，所以我们目前来说就没有考虑去做中文市场，但以后就是说有就是如果机会合适的话我们会考虑。你们的融资在哪个阶段？我们只是融了种子轮，因为我们自己有 revenue， 所以不需要这个太多的资金进来。所以你们现在收支平衡了吗？所以我们就 plan 这十二个月的 runway， 十二个月就是我们预算这十二个月，然后所有的钱就投进去，投就用来发展。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您们赚的钱就已经能 cover 这个专业了，可以 cover 了。哦，那也很不错。所以国内哪个公司和你们是属于同一个种类的一个公司，差不多的？说老实话，我对国内的这个 B2B 这个市场不是特别了解，因为毕竟出国这么多年了。就是说我国内这个到底他公司之间是做是怎么做生意的，是在酒桌上做，还是通过社交平台上做？据我了解，可能酒桌上的多一些，所以就是很难想象，在中国就是说通过社交媒体，因为骗子太多了，你不太可能在社交媒体上通过哎有几次互动之后，我成为你的客户，这个很难想象。所以就是目前我们还没有去这个。所以一个方面也是因为我个人不太了解，就是对这个国内这个 B2B 这个市场不是特别了解。国内还是蛮重视这个市场的，是吧？因为我像我姐姐她的医院，他们就大量的利用这个公众号这个平台啊，进行这种也算是个 marketing 的 strategy。但很多人利用公众号是做宣传，一方面宣传，一方面他也要 retain 他的客户，就是他的病人啊客户，增强他的社区影响力嘛。对。还是蛮重视的，还每年还要 rank 啊，对各式各样的奖项啊，来评比啊，其实是蛮国内中文做的还蛮好的。中国其实很多方面在，尤其在 mobile 应用方面，其实很多方面可能都领先美国，但就是 B2B 这块我不是特别了解。B2B 惨，但是还是。问题就是您刚才说这个客户已经会对你们的这种 model 或者他要列的那些条件进行一定的定制了吧，实际上这个就相当于客户已经是愿意帮你们相当于把这个产品做得最好，他当然他付了钱他希望效果最好，是您是不是发现到一个阶段以后就您最开始做的时候你应该没有期待客户会这样配合吧，就会不会做到一个阶段觉得就是有一股合力推的感觉是，对，这是个互动嘛，我觉得是一个互利的，因为就是说客户能给我们信息，就是告诉我们他们想 target 什么样的人，对吧？或者什么样的这个公司啊，然后对他来说，他相当于帮助我们帮他找到很好的利，然后相当于给我们这个，因为我们学计算机都知道 garbage in garbage out， 你如果开始设的这个 criteria 有问题的话，就不可能出很好的利。不太了解，就是当时好像不太懂，就是微软跟你那么多部门，你跟经济学社的任务，他们的你们建他们一个 profile 还是建多个 profile？ 多个 profile， 反正好多部门都在用。啊，想问一下，那你的产品那个定价是如何做的？定价基本上是我们是一个 subscription 这个 model， 是订阅，就 subscription 那个 SaaS 这个 model， 就是说根据这个。每天你可以拿到多少的利，然后根据这个基本上按这个来定价的，然后有没有这个你后台的集成啊，一些 feature 方面的，最根本的就是说给你多少的利，给你多少个那个 sales 或者说这个你需要的这个利。OK， 你付的多的话，你就给你的利就多。大家还有其他问题吗？没有的话，那我们今天就活动到此结束，然后大家私下有什么问题可以再找那个 Kevin 聊，好吧？谢谢大家。